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我们进入这个灵山眉的那个地震歌，其他版本的参考，还有那个，那我先把这个之前我们看佛一教经的贴下，暂停十进修行章。对不起，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继续啊，继续是看那个收运的这个。自动注释的这个词库啊，还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差一点就忘了开，继续。那刚这个看过，我们就不按了，你自己按按看啊。还有好多的这个词汇啊，刚刚看过汉语大字典，可是台地这是错的啊，这收运词典啊，这还有偏字类边它都纳进来。那台地这个一看就知道是错了，这个是林口台地那个台地啊，台湾台北后面下面有南部有个林口台地啊。这里当然不是台地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临漳，还有这个台，应该写的笔画多一点比较对。它这里都是收大陆。再来，没想到临漳竟然是古代占卜一种，所以它名字取这个应该跟用梅花来占卜还是很蛮有关系啊。还有地震，汉语大词典的地震啊，没错。啊，一带，这也是汉语一条带子啊，它附近啊怎么样的？然后城屋，你看。成物它也是用成偏字类编，这没有标点。《史记·大渊传》这个好像念渊，这没什么。以前都死背，现在懂了吗？下面加个心，是不是冤亲债主的冤？哦，埋怨怨天尤人的怨，也可以念一声冤，就冤家的冤，不是冤家。就是他念冤嘛，就有什么奇怪？然后晚，那为什么晚和冤差那么多？一点也差不多。我们知道哇，乌跟鱼可以转，这不是讲了 N 遍了，对不对？你看，知其所以然，你的程度就跟人家差很多。大渊传，大夏在大渊西南20余里。归水，知道吗？念归，归跟渭，作为的渭还是有叠韵的关系嘛？它怎么多了个一个歌的那个声母？我念的不知道对不对？你再查字典。归水南其属土著有，这两杠其实应该画横的，因为它原来是直排的书，就很烂哦，所以它照打就改成横排，也变这样，意思就是成屋。这两个字，它就不再刻了。画这个符号就让你知道它是这个词汇啊，原来所在的位置。所以其土其他们的那里的风俗土著啊，就是在地的居民了啊，原始的居民在那个当地的居民有城屋与他们也有城屋，可是与大渊同属。这没什么，有城屋表示他们那里也是有城墙、有屋子的，跟一般我们华夏文化类似啊，不是只是一些茅屋啊，或者一些像那个蒙古包这样，还有讲的可能。那这个你看跟我们差太多了，我们还讲这个城是公家才有，屋是可以表私人房子，表示公家跟私人房子都倾倒，所以不怕祸，不是祸，只怕祸比祸，又不可生计，不可啊。不可生计啊！汉语大词典，不能不计其数，其言其多。你看也不解释"生"什么意思，对不对？差太多了嘛！一比较，伤心惨目。原来出自吊古赞叹文，这个我们查国语词典才知道啊。所以可以说它超上或者引用，就像这个天朗其清也是用兰亭集序的书南名状，所以南名就难以叙称述，他也不跟你讲哪一个字是称述，所以跟你们讲，你们用了词典。他没解释，你要想哦，难当然是难嘛，那以长省略嘛，那称数当然就是解释名，所以你就知道名这里是做动词啊，难以称数啊。如果是这样，它断句成书难名状的话，那状当然就是名词状态了啊。那你也可以断成书难名状，名状是一个动词，用文字去叙述叫名状，两个字合成一个动，组合合的动词。啊，所以文法不一定是时代版的一种，啊，只要合，哎，为用你的习惯或法则，都叫合于文，啊，金岁暮春，啊，那它这有暮春农历三月，这个兰亭集序也有嘛，啊，金岁就今年嘛，岁是年，岁岁年，复大正二世，金道，啊，金正金而上道，哎，上，对，上道当然。大正二世可能又有伤亡，或者之前第一次大正伤亡。那我们讲说
他这个隔了至少三个月，这比较合理嘛？那那个课本编年他竟然改成两年前，我觉得不太合理啊，应该是隔年，所以他这个应该不是那个我们前面讨论过咸丰元年做的，应该是戊申年的次一年做的。一般习惯是这样，不可能说哦，对不对？他这里写仲冬，然后后面写金岁，然后中间隔两年。一般习惯不会这样，通常这种习惯就是其实就是这就是去年，这个是今年，是这样才对啊。乃称七股，一边七人股是简称七股啊，没什么，还是写省略的省啊。古时文字皆著于竹帛，所以他是说一篇，所以用篇，这个很不错啊。他至少解释了篇为什么是竹字头，啊，三月初八，连哦八日，他断句变成。对不对？断成这样，八日，然后初八，月初，啊，月初八日，还有这样，这当然他的机器就抓，然后人家断绝三月初八日，对不对？没这样，一定是三月初八嘛。那未刻当然就是下午一点到三点，子丑寅卯辰是午未，午时中午的下一个嘛，啊，所以是中午是十一点到十二点，对不起，十一点到一点，所以未是一点到三点。天朗气清，就这个词嘛。你看《出自兰亭集》也照抄的，日亭午，亭午就正午，正午，亭亭玉立，对不对？很端正的，啊，这亭有正端直的意思。散时，你看有消时，所以同学在备课的时候，这个都没有去查，《汉语大词典》有，啊，所以散时就消时，这个很好。那我们看他出一些大师有《汉语大词典》。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那同学因为这里散失他们不懂，哦，解释成别的，我们可以这样按住啊，散失散步包括消化，对不对？散失散，顾名散失，散步帮助消化，没错。那这个可能我们已经查过，对不对？国学大师没错，啊，网站是国学大师的嘛，那这里大概就不用再查一次了。哎，怎么还没开？这么久，那有消失嘛？对嘛？那就是这个嘛，有啊，打开了，好慢，啊，消化食物，啊，消散，把它散开。然后，暂时布，你看他布郎现在变成，当然不可能是布郎这样断句，是郎我一起，啊，布郎变成走廊，不对，这布是动词，这个就错，所以这完全是机械化的啊，电子计算机让自己跑，这个人工智能 AI 不发达，耳根就是耳朵嘛，耳朵的根部其实就是耳根，这个当然我叫专门的。好，我们暂停一下，阿弥陀佛。你无差，哦，怕泄露人家的私人的信息，不礼貌了，这样吧。然后耳根仿佛，那不用讲仿佛了，还用看吗？啊，雷鸣，雷声轰鸣啊，这简化字自己要多少认一下啊。然后又是波涛，波涛当然也不用看啊。那风激，你看人家是风激怒，当然激怒一起读，怎么可能风激啊？风激。那我们看一下风机，他是说他引用的这些蜀字，就三国志里头蜀字细正传啊，辩者辞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啊，武士奋战，云和雾急，然后风机电飞啊，风很激烈的吹，电在那飞，其实就是飞就闪动。你看他用肢体的这个动作比喻什么？那个闪光的动作，这也算是五光会通嘛。对不对？肢体是色身香味，就是身触觉啊，然后这个飞是看视觉嘛，对不对？当然，你可以飞也是身体在那飞动，没什么，太计较啊。偷生，还有什么？犹疑就怀疑，犹豫不决都可以。忽差栋梁啊，能动影啊，能动竟然还当成流言自觉的主动，当然不是嘛。能懂的断句错，请客没有多久嘛，没什么。相亲，啊，这互相对立，当然不是带回欧洲，不是，互相倾倒才对。
这应该读成相亲岁，所以他断句也错。SARS 没有多久，一会儿身体还要解释嘛。这个字形结构你也知道了，这简化字。卧龙山，看这个才重点，不解释也没有注释，很烂。救马，马厩里头的马啦。你看这种平视类别，你看他有没有画两杠？这里反而没有画两杠，对不对？反而他是田字奇怪。那这个还用简化字，你看乱七八糟。对，这里没有简化字，这里却用简化。救马犬狂吠，狗乱叫，智者智谋的猝然突然，愚昧还用查嘛？不用，悲风也不用看凄厉的风、嗯，吹起来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心情嘛，不愉快的风，惨惨。晴空，晴朗天空，昼晦，白天可是宽限狂满，扶老携幼，白话都在用，出门外出，茫茫。非常忙，匆忙急忙，很紧急。突然，突然就突然，突然也愚昧起来，不懂事理，不明事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悲风惨惨日轮黄，然后出门走，茫茫真是上下口，真是、真的很像，有点酷笑，笑酷就非常嘛、我们说酷寒就非常寒冷，对吧？然后笑就是像嘛，很像上家狗，上家之狗，上家犬，没有主人的狗当然无所依靠嘛。那楼居楼房这重要哦，不是住在楼上的居民啊。你看两个都是指楼房，最动摇，动摇还用想吗？欲下不得，当然就不能得到；得不到就不能不可嘛。心急，当然是心急叫，这也是断句的问题。然后心急是人，你看心急，他就这里又在一次心急一样，所以这也算顶真格，虽然中间隔一个字，后句马上接着前句有的字继续讲，让这个紧凑的节奏感、造成这种，所以这个是修辞的方法，让它有这个连贯性，感觉很紧凑，就接着一个所谓目不暇接、目不暇接也可以、接续的也可以，接球的接、然后肝胆、肝胆碎就是下破胆嘛，对不对？失足，这个是表示失礼的意思，那这个不慎跌倒，踩不稳，踩空了、一跺就是万一坠落，方寸别，很多同学还不知道、注意方寸是心啊，心绪烦乱，不是跟分寸不要弄混啊。方寸乱就心乱，心烦意乱啊，不知所措。那两脚啊，两脚竟然还，你看，还是带领大家，我们讨论太多了，绳索还用看。而绳索，我们这里要提这边提一个，这里的索当然就密字旁，它下面是密，对不对？那就是绳，左边也是密字旁啊，绞丝旁，跟丝线有关的。这里绳索当然同一副词，绳就索，所以而别忘了索还有搜索啊，不要有时候这个索是搜索的时候，你读不懂，想成绳索啊。以前教那个书有课文有这个索当搜索的意思，就有同学读不懂。其实都不用心，老师教的不听话，还是我行我素，用自己原来学过的方式，怎么会进步？其实就现世报嘛，对不对？你要私心自用，那我们这个老师就晾在一旁，那你活该，你就自己接受自己种这个因，就得那个果啊。穷困、穷逼、窘逼啊。穷困拮据也对啊，逼迫世人至于绝境也对，但后者对不对？在绝境更愁门户好狭窄，对不对？逃不出去，无路，没有逃生之路了。攀援，抓住东西啊，叫攀爬啊，不是跑去研究啊，不是援救他。这里还没等人家，才刚发生地震，哪有人来研究你啊？啊，一定是赶快想要爬出去，没有发觉窗户也坏掉了。没有不觉就没有发觉，让他不是睡着了，对不对？那窗棂段我们讲过，用棂就表示呢，已经不管窗户破坏了，也不管把窗户玻璃敲碎，当然那时候没玻璃嘛，把窗户敲坏，
就不管财产的损失，保命要紧啊。那虎狼当然不用看了啊，就是比喻地震，好像虎狼，好像毒蝎一样，嗯，蛇蝎，形神仓皇，形和神嘛，身体和精神都恍惚而没有精神。那身体没有精神是有力无气，因为吓到腿软嘛。那神的话当然不知所措，魂不守舍了，魂飞跃，飞跃就是，当然不是飞扬，飞扬是好的，就是什么？飞上当然不是。这为什么只有这个？飞跃啊，好像这个月，这当然两个都不对，这月是陨落的意思，绝对不会。来，我看我们有没有那时候做笔记。你按住 Ctrl Shift， 你只要一启用我那个句型可能可以用，你要试试也可能不能用。飞跃，这个跃是陨落，绝对不是这个飞跃啊，这是白话的飞跃嘛，飞过去，那个跃就是过，越过，这是飞掉了，飞跑了，魂飞魄散的飞是不好的啊。跃是陨落，这个很特殊要注意啊，跃不是超越。这里不是超越越过，所以是陨落了，掉下来了，丧失了，丧亡了，破损了，消失了，都可以。那这个不行了，偷眼就是偷偷看嘛，因为现在吓到不敢看嘛，所以偷偷看，试试看。但迷茫，因为现在地震还没停啊，当然吓得不敢，眼睛都可能都就像你有时候放鞭炮，眼睛也有时候吓到打不开，对不对？两个都不对啊，迷茫就是不清楚，迷茫嘛，因为朦胧一片，为什么？因为外面倒塌，尘土飞扬，就是呼应前面的咒会嘛，这两个呼应。盲耳声闻，稀稀簌簌啊，有哀叫声，有东西破损、倒塌、倾倒、崩毁的声音，都是稀稀簌簌。这个声闻的声音，不是，当然不是鸣声了，这就是声音，所以你看词典也有漏收的不足的。那你看你有程度要靠词典吗？词典是万一真的不行的才稀稀疏疏的声音，不是轻微，当然不可能轻微，第一阵怎么会轻微？就是似有似无，有时候听到，当然是比较细微的。那主要他讲那个碎，讲的细碎是讲杂音，什么声音都有。当然绝对不是只是小声而已，地震房屋倒塌会小声，千家万户还用讲啊？千家万户那不是用万户，那是千家万家。他这里为什么不改千家万户？为了也是造成那种紧凑感，家家有没有？有点像那个顶针叠字嘛，让人觉得有。你看尤其他后面接丙辛，让你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呼吸都来不及，这里屏气凝神啊，因为地震还没过。大二小二这个我们刚刚之前有批评了，对不对？当然不是年长的儿子，就大人小孩都一样，没有例外。避逆就躲避藏匿，躲藏起来，藏到 安全的地方。那少选一回不求，这个我们读过，你可以读成稍选，因为它选就是没有多久的意思。你看我们这里复习一下，对不对？旋有，对不对？对不对？可能通那个旋啊，旋的话就是有旋即，白话就有旋即啊，没有多久啊，旋即怎么样啊？对不对？像旋有旋即，迅不用讲嘛，时间短啊，旋即你可以。用单字强迫词，或者用旋，立刻很快旋即，对不对？对，时间很短暂，对不对？表示同时做两件事，那也是不是同时就表示时间没有间隔，没有时间差？旋看，马上就看，还是有马上，接着就看，紧接着，对不对？紧锣密鼓。
所以少选，可能这个选其实不是假借字，不选怎么会有短暂的意思呢？对不对？那我们那时候应该有研究这个选和弦是不是有声音的关系。对不对？心，它的声母是心，心邪、金青、虫、心邪都同一类的啊。声音学里的这个，当你们不懂没关系。韵都是安韵，至少叠韵字啊。平声、去声，这个呢，弦呢也有去声、上声啊。旋啊，像旋，旋可以读成旋风嘛啊。你看旋，这个也可以念旋，你看这个也是旋，我们看到，旋风是不是也很快？像我们光彩炫目夺目，对不对？那个炫也是闪光很快，让你眼花缭乱这样。相顾互相看啊，那么别忘了，我们还要看那个那叫什么？代词性助词，别忘了还要看。看到这个相顾才想到，同学说这是互相看，不是我。他说是我看大家都成图的，不是，不是我看，是互相，我看你，你看我都一样，没有例外，这样才对应什么？你看他们满耳都是这样，没有例外，大而小而没有例外，那相顾也没有例外，这上下文是不是才一致？对，那这里也是众口嘛，也是没有例外，这里上下文都讲大家都没有例外，第一平大文第一，那相顾人人，对不对？人人也是没有例外，大家都这样成图色。土色不是，当然不是土黄色啊，就是灰头土脸的脸色啊。然后大家都灰头土脸的样子，这个色就可以翻成样子啊，因为脸色嘛，样貌。啊，地平就当然不是地平线啊，这个都错的啊，也不是地平坦，这平是动词，地平稳下来了，对不对？平静下来，地震平静了，所以地就可以读成地震，或大地平静下来，这对应这里。这是地大震，这里是地平，对不对？对，这是不是两个对应？终于平下啊，地平可以踏稳了。这时候是跌，马都跌倒，何况人，对不对？马是四只脚站的，人是两只脚，对不对？啊，踏稳了，然后才互相，这相信告跟那个相顾是一样的，互相嘛都没有例外。众口一时，众口就呼应前面人人，不就众口一时，同时没有例外。一时间，啊，众口铄金有一个成语，大家每个人的嘴巴一时都行。哎，地震过后，就大家都开始喧噪起来，开始大声讲话，或赶快叫啊，找人啊，或者报平安啊。然后老者无策，少者已。这个老者、少者就是前面大和小，不管年纪老、年纪小。还有，这是科学语言读法，就是讲年纪；文学语言就是经验老道的，年纪不一定老，对不对？我们说老鸟就是菜鸟，啊，新手。啊，在经验老道的人也没有办法啊，就老者也可以对应前面的智者，对不对？也愚昧了嘛，愚昧让人就无策了，对不对？束手无策，疑其实就是无策愚昧，重复再讲，换个字。那这个我们讲过，它版本不同。等一下我们看全台诗，它是用安，对不对？少者难，因为它用安，从此夜眠心不安，所以这里难才押韵嘛。啊，从此自从这时候起。你看起就天之晚用，我们是说自从那时候之后一样嘛，起开始，起头就开始，就表示有之后，所以之后是当然省略这个讲嘛，是从此就是那个官僻里头字词怪绝的字词，对不对？字就从嘛，我考你们字词的时候，学生不知道字词，他们还会叫字是从的意思，这两个一样，他都省略了之后啊，从此之后呢，晚上睡觉。对，晚上这样就夜眠，心不疑，不安，不乐，对，不能安稳，这当然不是不能快乐，当然睡不安稳就不乐嘛，不爽了嘛，心里很不爽，不能好好睡觉。那东南这里当然它就机械化，它就根本都不注重晚睡学。你看，我们等一下会看网络资料，看别人怎么解释，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在读这一格的时候就看过，没有人注出来这跟那个祝融跟共工打仗、女娲补天有关，对不对？啊。天助者，
可是他是说，虽然我们东南也本来是可能有缺陷的，可是看我们大地还是很完好无缝，没有什么破损啊，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地震呢、啊？对不对？啊，那所以他说，难道还有别的我们不可知的？所以叫外物、怪物、妖物啊，也许有其有，也许所以有其。古皇是在那作祟、啊、用洞庭的原理迷惑人，这当然已经是文学语言了。原来是说乐器，后来用乐器比喻人的舌头，好像乐器一样会迷惑人心、感动人心一样，对不对？啊，自是，自是就是从此。哦，不对，这里不是，自是也可以是从此的意思，可是这里不是，自是自然是，这里自是也可以讲说是自此，这时候是是此，可是这里不是，这里是是是非的是。自然是这个结论，他推论嘛，是这样，不是那样。自然是，那我们自以为啊、哦，自然是原来是，对不对？他推测一定是天地间，这还用讲？那气吞吐，他们不是气吞一口气吞下，不是嘛？这断句的问题，有什么能量？有什么气？有什么能量磁场在那吞吐？乾坤就天地啦，从易经的卦，乾卦通卦来的。世人世间一般的人哪得？又怎么能够？知道他当然就地震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像妖物在那作祟，才有能有那么大能量的地震的原因，对不对？的原因，这起转成形容词啊，那样地震的原因，我带地震，地震。好，何家宅啊，这个啊又这个啊，好家宅就是好幸运就行。淡水，我们这个淡水厅。嗯，但是这当然都不对了、哦、他都没有当成名词，专有名词来读。上安全，你看，哎，我们原文也是上安全，我可能这一段句比较不熟就，上安全。那这个上课的时候，同学讲解的时候很好，平安而且完整保全，对不对？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去解释，当然不是保护了、啊。安就还很平安，还有完全，因为地没有裂嘛，房屋没有倒，还是原样，没有破被破坏。可怜的张家就完全面目全非了，成虚目、哦、那你看虚目，你看很好，这可以补充我们虚目它本身不是光废墟，废墟和坟墓我们是一样，像文言文一个一个字读。那原来虚目也可以当作一个词汇，就是秋木墓地。这是我们原来没有注意，这可以补充，当你们查字典就有了，我就不再补充了。这要注意、哦、不是光拆开来读了，我们是好像拆开来读。上课的时候同学也是这样，很好、哦、可怜那助力值得怜悯，这是我们现在白话用、也有可爱的意思啊、哦哦、不要忘，这里当然是怜悯。试问，试着提出问题，问问试着问问啊、不要光只是拷问，还有什么试着想想，既然发生，既然地震发生了，或者地震都已就是即已经发生了，哪里还分重轻呢？那同学有另外一个解法很好，就是啊，重轻你看他都没有，他不知道这在讲什么，他只能讲重轻。同学另外一个解法就是说，试着想想，试着问问，或者试着研究一下，这个地震为什么？为什么它和不就是哪里翻？它不翻常哪里变成为何？为何会分重情？就是为什么家彰那里灾家情那么惨重，我们淡水北台湾却那么轻，对不对？那为什么那里那么严重？这样也对。那个为什么是不是也是一样消息吗？也可以。那可是我上课也跟同学比较，你觉得哪个答案好？当然我们第一个比较好，因为它有人文关怀嘛。尤其你看我们这一篇就选在人文关怀里头，那个本土关怀。你看，人我关怀，对不对？对啊，既然发生地震，我们还去分谁比较？我们先比较幸运，尤其他前面有幸灾嘛，是不是跟前文更有前后呼应？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答案比较周全。你那个只是啊，根据这一句或这两句解可以，可是这里是不是就有点脱离了？对，你变成去研究地震为什么有些地方会轻，有些地方会重。那跟人畜的伤亡，这里人畜的丧毙，好像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啊！啊，不关你的心事，这样不好。尤其带回二座，林占梅是很关心公共事务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自己好就好，就消息茫茫归结束。啊，试问地震哪里还分
谁的灾情重，谁的灾情轻呢？对不对？那这个消息是指什么？就是地震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灾害？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轻就不管它，我们还是要关心。可是这个消息会造成那么重要的地震的消息，就是资讯它的原因是还是茫茫的啊、哦，没办法，渺茫不清楚，所以只好归于一个劫难啊、哦，结束。这是佛教的词语啊，而我们读的是命运中的结束，可以这样。我们有一个一个字读，数就是命数，命运就是造化弄人的造化啊。这个蓝田吉日说：“修短随化，终其一经的化造化，命运中有劫难嘛啊。”有这时候是很幸运的时候啊。今天你是你的吉祥日，这今天是你的凶日，凶日就是劫难，在劫难逃，对不对？就只要归这个，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嘛。现在只是最多只知道是可能有能量在那吐，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力量在那造成的，对不对？那长歌复发是说我这个地震歌啊，放声是高歌，当然不是，篇幅教堂诗歌的，对，地震歌篇幅不少啊，不短啊，写完了，那同学都会，很不错啊，都知道这个复是动词。心转愁，你看转愁讲两遍，对不对？就心更愁了。为什么更愁啊、因为茫茫嘛，造成那么大的灾难，我想帮上忙也帮不上。写完了歌，又能帮上什么忙吗？所以心更愁。写再多，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大忙，所以就写不下去，对不对？那越愁闷，越愁苦，又想到惊魂未定。这个惊魂未定不光是自己觉得地震很可怕，然后又想到那时候，对不对？触目惊心嘛，伤心惨目的状况，对不对？所以这个包括在惊魂未定里。这惊魂未定其实白话就有了，对不对？未定，你看它这个很烂，惊魂未定也是一个词汇，它就没办法，因为它不能容下两个嘛。要它就分两个这样断，要么它就一个词，可是它这分两个一个词就不能再做超连接。这也是电脑的局限处，对不对？啊，所以人脑还是比电脑目前呢、啊、还是优存。比翼柔这个讲过，对不对？比也软了，比为什么会软？比翼柔其实是讲拿笔的手也软下来，无力写不下去。所以说此情回首不堪忆，就是回首此情。回首就是回顾回想，对不对？不是光回头看，既然回头看，一定就有回忆了。这就变成什么？在看心眼，在看就是想。这样的情景，还有这样的感情，啊，所以这个情不是光感情而已，还有情景，伤心惨目的，难以去形容的那么惨状，不堪去回忆，对不对？所以回忆呼应这个回首，此生这生犹自谁成佛？我们这个生啊，我不管我林瞻梅个人生，还是我们台湾土地上的人民，因为他后面提到台湾土地，我们的生命由随着什么？这就是。随臣服刚好他对这里对不对？就是归臣服结束嘛，只好随命运的安排、要我们臣就臣，要我们服就服，要我们死臣服就是生死了、不要读懂读死了，不要读死啊、臣就臣，然后臣下去服服起来，要读灵活读读文学语言，就是像生死，你看也是反义复词，臣服也是他的意思啊。孩子由自还是还怎么样？还自然，这个字就是这里自是的，自然是一定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只好还是随着大自然去安排了，嗯，只能归给结束，所以他才问嘛，他还是想解决嘛，所以最后还是最后的挣扎，如何能够得到长房啊？上课我忘记跟同学讲，他这个是用杜甫的诗句，可是我们讲义有，我们就没关系，省略就算了啊。那、你当考试答案可以达到，这是用到杜甫的句，就好像这个用到蓝田吉日句的，当然加分啊，表示你真的有读我们教材，自己也有用心。那你解不出来这个意思的，当然分数就低，当然不至于不及格、高低分要分。这当然不是得偿嘛，那断句完全错，因为长房，你看长房是一个词汇，这刚才讲计算机电脑的有所不足之处，那说地。你看，大家都神仙这样互动，大家都照抄课本注释也照抄，就错了，对不对？神仙传胡公哪有这个故事？人云亦云，
标准的人云亦云，我们都读遍了《神宣传》《湖光篇》，没有，只有严英平后来新集的，他最新收集的这个《神宣传》，还有他是根据以前人说有这个，他再给他补进去，那不算数。嗯，我们还给你炒出来，其实是出自曹丕的《列异传》，不是《神宣传》。哎，这就是大家一个说是葛洪《神宣传》，戴平广西是葛洪《神宣传》。那就是这样，都不知道原来曹丕列异传也有。人就是不用功，就是这样，有答案就安于现况，不想再精进。我们不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追根究底。那现在有资料库，我们不是书比读的比人家多，记忆比人家好，就善用这些资源和工具。然后居在我们这个乐土安乐的地方，当然不是安乐的地方，安乐的地方怎么会地震？当然你可以说得到了长房的说地法，可以控制斗笠，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地方就变安乐的地方了。所以有同仁说这个乐土他想到极乐国，对不对？我们让极乐生，那十一乐国当然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也不可能有灾难，居住在这个安乐地方就没有长烦忧，当然就不会烦忧再有地震，再担心地震来袭，以后睡就可以怎么样，睡就可以安宜了嘛，晚上睡觉就安心在这个宜不就是乐吗？所以你看这个不宜，它这翻成不乐，对不对？这不讲话字的乐，有没有？那 Google 翻译它会给转。这都没什么，至少带大家看一下，哇，也花半个钟，好像收音的就圆满了。再来，当然我们就一整个喽。那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对不对？看过，应该已经对过他版本了，所以没什么了。这个之前讲过就不说了，只是要注意看他有没有什么注释。他那时候这里注释有很多，值得参考，尤其林三美，你看，这就是一个重点要看的版本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有复制过来吗？有，那就好。好像也都讲过了，好像还没讲。此事又在离本，对不对？这个内文之路以后，那他这个是他说又在，因为他这里录的是心不安，对不对？他是用心不疑哦，那他另外一本啊，对不起，所以我们怪错人。所以全台诗他还是采用地震心不疑的，然后呢这才入语后，很多译文很多差语，所以证明了我们推论嘛，所以他也认为这个才是比较早的嘛，那这个一看就知道比较低层次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字比较大，我们入过来的就这样。然后死神有志人赖有，哇你看，哇这完全都不一样，哇这不得了，哇这版本更夸张，赖有诗同调耳性，所以他会弹琴，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收录在哪一篇，那个收录在他这个叫什么琴与草，对不对？所以他善于，我自己复习一下作者，他善于弹琴嘛，这刚好呼应他的那个，对不对？诗同调耳性，丝铜，铜也是制作琴的材料，你看那个吉他也是木材做的嘛，就丝当然丝线，调耳性，所以惊魂未定比翼柔，然后阳春一曲思悠悠，为什么唱阳春？阳春白雪嘛，曲高和寡，那他为什么思悠悠？心转愁嘛，他想要解决这个危难，可是却做不到，他寄托他的高尚的情怀。忧天悲天悯人的情怀，只能用弹那个琴来抒发他惊魂未定的情怀情感，此生有志垂成，就很无奈，所以只好弹琴来抒发宣泄这种情感。回首莫及地震时，此生有志成，完全都不一样，哇，差好多，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开心视窗，这标不完的啦，哎呀。
你看，哇，他就不是安德厂房说的，你看这个一定改过了，这太消极了，怎么还弹琴？这是不是就积极多了？所以他还会用杜甫的诗句，太明显了，对不对？此情回首不堪忆，回首莫及低斟词，此生犹自谁曾赋，这没有变，对不对？这太消极了嘛！哦，就弹琴消。你看，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而且要效法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嘛。俱欢颜不是就快乐了吗？我讲的你听不懂，就看我笔记里头一定有啊。查杜甫那个诗句也是，对啊。然后你看，他希望得到学得长方这种超绝的这个技术，啊，让我们的地震可以减低灾害或者不再发生。然后又离。李超本内容同李本为尔作死啊，今作堕，李本色作。其实详细的我们就不再对了啊。安作已，二者均从李超本。既问既正何重区，李本缺子句，对不对？哦，还有缺子句呢，对不对？然后据李超本补，所以这译文出入很大啊。那我们就不再细究了啊，我都没真的没完没了。我们重心放在人家怎么解释这首诗。那这个全部我们带大家读过一遍就好了啊，看有什么大概不同不细对。天朗气清日庭午，闲云散步时，布朗午，耳根仿佛引雷鸣。又是波涛风起路，涛声乍过心犹疑，忽差东梁人东里。啊，顷刻金樽香。这个我觉得怎么好像漏掉几句？又是波涛风激怒，对不对？涛声乍过心犹疑，忽差东。顷刻金樽香，这是谁啊？那抚鸥欲破裂，霎时身体若龙山，所以他改成金樽已经比较好扶正，就是没什么声音。你看金樽，我们还问了这个金，然后你看课本注释，金反而不解释，那他干嘛改金樽？可见金很重要嘛，人家就是文学啊，他懂这种修辞啊，你们课本。编课本的老师反而不懂，来去解释正，对不对？霎时，你说旧马失觉春还复，智者初然意欲寐。悲风惨惨日无光，霎尔乾空沉舟会，扶老携幼为奔走。我们这个是什么？出门走，为奔走，出门走，茫茫真是丧家狗。然后这是用畜生来比喻人呐、啊，这样子。更有楼居最动摇，欲下不得心急跳，心急是为肝胆碎，士卒一堕一惊。你看，啊，士卒一惊，当一堕比较好嘛。士卒一惊，这都像在打草稿，我们先有一个灵感记下来，后来发现这个太白了，太直了，讲得太直接，所以转一下，修饰一下，美化，不要像童言童语，对不对？北北你好丑，阿姨你好丑，浑难招，移走热锅翻成烂，两小卷盆生成。你看他初稿就可以写出这个句子，错。然后窘逼转愁门户狭，攀援不觉窗棂断啊，这都不知道他第一次就可以写成的。如风虎狼如畜歇，心神仓皇魂飞远。开眼，你这个当然不好嘛，开眼，打开眼睛，偷眼是不是就好？形容他眼睛的。精神惊魂未定，在那很惊恐，只好偷偷的看，开眼偷视。好像不过他这里已经有偷，他只是稍微再修改一下，偷眼视之，让人比较文雅。待明盲盲耳生闻为稀疏，千家万家齐品琴，大儿小儿多必少选，大地始建平啊，当然不好嘛。大地始建平，只想大地平，可是他这个是什么？声停，不但大地平，而且声音也停了，是不是更好？表达的意思更多，对呀、啊。那从这个大地始建平，你也知道这里，地始平的平一定是动词，对不对？是平静下来。当然，它放在始后面，也不可能读成名词了啊、哦，一定是动词来的。相顾人人尘土色，地平踏稳乡心高，众口一词同宣。老者无策，少者难，对不对？从此夜眠心不安，东南虽缺地无缝，心不安，所以就会去推想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灾难。
岂有妖物藏其间？古皇子，难道有什么妖物藏在中间作祟吗？古皇子当然更积极一点嘛。自从这就变成比较消极退缩了啊。自是才能坤气吞，世人哪得气吞？现在山水尚安全，可怜这样张成虚目。试问济政何重轻？消息茫茫归结束，长歌赋罢，心转愁，惊魂未定比翼柔。很不错哦，他第一次就可以写出这种句子，有一定的功力。所以，可是你看这一种就可以看出，你看其实文学家他有时候还是先打草稿，一定会有写。何况他这个已经是流传的一个版本了。其实我的话，我这种我都不敢拿出去流传。然后回首莫及地震时，此生有之谁？那这个意思跟他改后的就比较不一样，他是回首我地震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要随大地天地去摆布的嘛，啊，那不可能地震的时候弹琴嘛，那一定是地震完现在回想，或地震完的时候只能借由弹琴来安抚我的情绪。阳春一起思悠悠，刚刚解释过大概是这个意思。阳春是阳春白雪的典故，自己去查，我们就不细说。好，那那个全台诗将也算交代了啊。林沾梅，我们点一下。那他是没什么注释啊。史公人中所显示出的典故连结，是由电脑程式自动比出来，是提供一种可知参考的资讯，不是诗文做典故注解。对，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收音网也是这样。因此，仅供使用者自行斟酌判断。只要你判断，就是我们那一招对错问题和恶作，对不对？还有断句，不要断错。所以他当然要这种免责声明，不要傻傻。你看标示出来，这标示按确定，典故标示还一定，就像，对不对？完全没有标示啊，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标示，明明标示啊，确定它又变不标示，可见它这个功能没有做好，它标示出来可能跟那个收音网大同小异。那林沾梅先生啊，这里应该比较详细，我们就好像也带大家读过啊，略过了，不细说。对，应该有带大家读过。啊，这个是截取他的这个生平来回。截取重点，归纳到这个栏位资料而已，哦，没什么。资表时间十几年，十一年前，什么东西不想备注，而不是不想，一定他没有写。那资料库里头有一个字叫弄子，弄子，那他可能弄子不想显示空子或怎样，就用不想这个格式或者智慧来代替，我都用过这个，所以它呈现出来就不行，不是不想，是没写。出生地这个确实不行。备注有什么好不想的？其实应该是这个可以是不想，对不对？那个出生地、祖地、籍贯怎么会不想？这那么清楚，没有打进去，所以这个也是空字，啊，没有打刚刚讲的弄字，啊，弄字不是真的不行。活动机器怎么会不响？啊，这样好，全台诗也交代过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查，对，网路啦。那前面也大概看过，我们快速浏览啊，这那就圆满了。我们就看前面几个网页就好了啊，看一下有没有对这个诗的解释。就看过了，我快速再看一遍。他这个还在用那个安的版本比较逊，他还不让我反选，你看我一用这个扩充功能就可以了。他这个还用安呢，对不对？不知道谁抄的，不一定是林沾梅他们早先的版本，所以未可以据嘛，可能是他根据这个不知道谁再手抄一遍。台湾历史人物小完全不知道哪本书，这都不用。你看全诗鱼，这正是我们要看的。我看人家怎么翻译就知道，在第九版他推压起，你看这个很明显，那个字迹一样，就知道他抄的。下面是着作啊，可以让自己写，可见这个字迹可能是那个作者。这我们当然就先不管。
哦，他蛮用心的，你们有心可以做延伸的阅读，很棒。好，我们看一下嘛，因为尊重版权，我们只这样带你们浏览看，哦，不会录到我们教材。好，全是，然后我们放大一点。天哪，哦，它放大竟然变这样啊！只要按 Ctrl 0啊，归零。好，我们用那个放大镜来给它放大。我可能要按到那个虚拟电脑，这样它上面会变成局部，也可以啦。刚好我们看这里，这样放大看。天气晴朗中，我悠闲吃罢，漫步钱塘的狼舞，他没有翻出消化食物，对不对？然后隐约听到雷鸣，好像又好像狂风来波涛起。他有点用文学的笔韵去翻脑，不是真正的翻译啊。他想兼顾那种文学的那种质感，所以有些他会牺牲掉我们就不细究了啊。只要是有跟我们差异很大的，甚至很荒谬的，我们再来讨论。那涛声过耳，心中犹疑，突然惊讶诧异，栋梁居然能够，怎么会动起来呢？顷刻间呢，炊具震动将要破裂，你看完全不讲精致，对不对？你看他用的这个，他难道用扶正吗？那不能怪他，他用那个最古早的版本，那就没有精的好处了。难怪他这样翻译就不能，他根据的版本就不是了。那当然，扶正就只能翻成炊具了。震动将要，香青碎，将要破裂，香青碎是已经破裂了。啊，它欲破裂，那当然还要这样翻，版本差很多。霎时身体如龙衰，摇晃不定。对，没错，这是对的，好像龙衰的摇晃。就马失明跌倒，你看只会跌倒，站不稳嘛，这科学的读法。被犬吠不休，即使脑筋清楚的人，此刻也迟钝。为什么迟钝？应该说，即使脑他是直译了，他要讲究文学的质感。我要翻的话，再聪明、再经验老道的人，此时间竟然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此时间一时怎么好像也笨了起来了，不知道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这样才对嘛？悲风惨惨，天地昏暗，晴空骤然变色，大家扶老携幼，急忙奔走逃命。真相尚家楼，无依无靠，这是没错的。更有人住在动摇最厉害的高楼，你看也可以啦，因为它也可以省略名词。可是楼居绝对是，它不要把居变成居住在高楼它是不是两居一起合意？因为它欲下不得，一定要更有人，所以它只好这样翻嘛。所以应该是更有楼房动摇的最厉害，要忠于原作，然后更有楼房动摇的力量，居住在上面的人想要下楼却不行，欲下不得，心结才对。我们复制一下，因为怕冤枉他，他的版本是什么？唉，对不对？欲下不对啊，我们这样翻才对，他这个是不对的。我怀疑他楼居又读成居住在楼上，去，对不对？这要命的啊！所以你们就是被这些以为是有国文程度哦，你们看不懂，他看得懂，还帮你们翻译，你们就学这个，所以你都学的那种，我说难听啊，就是路边摊的没保障的，我走私货，对不对？山寨版，难怪国文一直好不了，他不好，你就有不好。你看我们的国文多严谨，每个字都不给你混过。我不想看别人的，我有点累了也好了，明天再继续。今天先这样我们暂停，我要休息一下。刚好他跑出广告，你看看到这你就知道，这是很有问题的你看，难怪大家考试都写勇气全失，乱搞，什么情势危殆勇气呢？刚才想俄勒说，他说。难怪作答一大堆，人家翻勇气全失，吓破胆啦、什么情势危殆你这个误人子弟我说很不客气，我自己还写诗表示他一定有一定的国文程度，不过他怎么会写自己想写一篇七言诗？
所以人就是还没学会走路就要学写飞了，多少人国文是这样，没有真正懂，然后自己又爱附庸风雅。对不起啊，我说重话，因为你们真的害人，学生就是抄你这个答案来给我作答，太多了，要不要我拍照给你们看？哦，原来勇气全失，我都打叉嘛，那个什么勇气全失，失足一顿，对吧？欲下不得，心急躁，怎么会勇气全失？哦，他是这心急事为肝胆碎，欲失足一惊魂难招。啊，翻成什么？对不对？情色心急思维，情色为带，啊，勇气全失，惊慌失足，魂魄也难招，完全不好，啊，难怪学生的照抄这个答案，啊，明天的力啊就从这里，难怪勇气全失就从你这来了，你们都要出来好好忏悔，自己出来面对我。面对学生，你真的有读懂这几句吗？什么勇气全失，人家是 心里很着急，情势有很危急，吓得都吓胆子都被吓破了，有什么好勇气全失了，都不知所措了，然后用勇气全失来翻这个干什么？那如果不小心一脚踩空了，一惊，你看他就用那个版本比较不好了嘛，啊，如果。忽然应该是一惊失足这样翻，比较突然不小心被吓到，脚没有踩稳，摔得魂都难以找回，已经没命了。这才是他的意思嘛？哪有这样翻的？惊慌失措，这个还勉强及格，这个完全荒腔走板了。好，先暂停了。阿弥陀佛，少造业多愿，好，明天再继续啊。哇，十点半啊，先休息。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午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看这个其他人对其他先贤啊、前贤的对这个立正哥的解读。那我先复制一下他这个版本啊，免得看他翻译的对不对。那根据的是这一个，那他既然是提到那个全台诗，可他却不根据全台诗的那一本。却根据这个全台是录的那个教育的那一本，真奇怪。然后他这里有说嘛，我们好像也是收入全台是第七册。后来他竟然那我们一样开这个放大镜，开这个。虚拟电脑里头的放大镜，这上一次讲到这里啊，那个难怪我的学生都写勇气全失啊，啊，干嘛翻成勇气？吓得不知所措比较对啊，然后我把。版本在这样。嗯，情急事为肝胆碎嘛，情事为带，那心都没有翻译，对不对？对啊，心急不翻，情事为带也翻得太文绉绉了啊、哦，情事非常文急，心里又慌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吓得。都快要把人吓破胆了、嗯、这才是嘛，失足一跺一惊魂难招、啊、如果 一不小心被惊吓到脚没有踩稳的话，就会摔死，再也回不来了、啊、这才是对啊，什么惊慌失足魂魄也难回、啊、这太拘于魂魄难回，就是人会摔死嘛、啊，人死了魂魄才招不回来，那还需要招魂的时候人早就没救了，是不是？除非是被吓得 精神落魄、哦、精神飞走了，我们说那个吃惊要收惊、哦、然后再来心神不宁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两脚好比受惊、哦、
你走肉过方丈，两脚好比受绳索羁绊，不听使唤。那卷臀两个字完全回避不谈，对不对？臀是什么意思？完全回避不谈嘛。看到没有？我们这里当然说不好的啊，科学精神是是非非啊，对就对错。可是我们也帮他讲个好话，就是这个好话不是说阿谀或怎样，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懂的，你就不要答嘛。说难听就避重就轻嘛，也可以啊。可是你逃不过我们这种守真认真的眼睛，对不对？我孙守真，我们守真，甚至这个认真嘛，对不对？台语是叫丁江嘛，做事情啊丁江，我也不知道哪个丁，就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仔细精细。所以你看这个两条好比被绳索之绊，不，所以它只有两脚绳索绊嘛，对不对？它卷动或卷臀就不管了。然后窘迫逼急之下，忧愁蒙户太狭窄。攀爬之时，不觉窗棂断落，对不对？那为什么窗棂断落也可以啦？窗棂我们讲过窗上的那个花纹嘛，有些可能木桩一条条的木头这样拼起来的，那可能破了就断了。窘逼转愁，窘迫逼急之下忧愁，那转之他也不强，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国文为什么会差？为什么会败？请问这些先贤前辈们，自己说是不是嘛？你们对得起这些学生吗？后进晚辈晚生吗？居然就像给你偷鸡，就像刚刚卷灯就这样偷鸡摸狗偷渡走。我觉得有良心一点，即使像刚刚讲了啊，我不知道，就是尽量回避啊，避重就轻。你要跟学生承认说，老师或者前辈，我这里我也不太懂，人就是爱面子。不知为不知是有什么哦？不知好像就觉得很丢脸，很好啊，知道丢脸就要用功嘛，那就这样混啊。忧愁门户为什么会转？门户太狭窄啊，我都不太想看了，这个太烂了啊，对不起啊，真的太烂了啊，不是诽谤你。仿佛遇到虎狼，又如触碰什么东西？仿佛遇到虎狼，它这变成直译就只翻译字面的意思啊。碰到这种灾难，碰到这个大地震，或者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不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是地震了。碰到这么人间的惨境，就好像看到了老虎还肚子饿的那个野狼要靠近自己扑上来了，也好像碰到了那个蛇蝎，可能会被蛰到，或者会被吃，会被咬到中毒。精神恍惚，魂飞天外，所以飞天外是月吗？简直是，魂都没有啦。月是陨落，飞月飞到天外去，魂飞天外，那还升天成仙身，成神仙了嘛？那精神恍惚又来了，那行啊，我们是录他的文本哦，你看够混吗？吊三落四的。我们还要继续看吗？接下来好像都一直批评人家，我想这样举一反三，你就知道很惨了、开眼是他开眼偷视，开眼偷视完全就不翻译了。但见一片迷糊，可以啊，这终于敢打开眼睛，偷偷的张望外界，只看到了一片蒙蒙糊糊的样子。你看我翻的好还是他自己说比较中意人？然后呢，耳边充满的却都是一些听不清楚到底是人声啊、房屋倒塌的声音，还是牲畜惨叫的声音，很多的杂声。什么叫细微联系的杂音？这都在太拘于这个训诂啊，悉数查了词典，就硬把它套回来翻译。你翻译就是要把人家意传达出来嘛，你自己们比较看我翻的跟他的哪一个比较传达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千家万家摒弃静默，为什么摒弃静默？这时候只听到这些杂音，而且所有的人几乎都不听不到任何人在那讲话，
任何人说话的声音，没人敢说话嘛。现在地震还没过，倒是听可能听得到人惨叫，对不对？你如果被压伤了，不可能屏息嘛，你也会忍不住痛，会叫出来嘛。你就是身体没有受伤，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会吓到不敢吭气，然后哎，全神贯注看接下来会发生，因为怕哪里会又掉什么东西，或者这个房间安不安全，我躲的地方安不安全，随时要跑啊，哪有时间分神，然后闲暇去讲话，对不对？设法逃，你看，大而小哦，又完全，就好像我们课本那个金正，对不对？他前面用这个版本没有用金，好，可以让他得过躲过，对不对？只是炊具，而他就躲不掉了。人家为什么大而小而完全给你溜？他就往说他的好处是怎样？他把千家万家哦，他觉得大而小而只是换词，这两句是讲同样一件事，这样是可以。可是只是这样而已吗？那人家为什么用儿子？为什么不讲大人小孩呢？对不对？且他都有一个扶老携幼出门走嘛，对不对？都用那么白话了，为什么不讲大人小孩？这不是也白话词啊？为什么他偏要用大儿小儿？这小儿还不是小儿科嘞？这儿子就很重要了嘛。啊，是不是这时候管你年纪多大，在大自然母亲面前，你都是一个惊慌失措，对不对？没有办法的孩子嘛。你看惊慌失措没有犯法，是不是就是前面他漏掉没翻的这个嘛？肝胆碎嘛，什么勇气全失，吓到破胆，不知道如何是好，接下来怎么办？到底跑哪一条路，躲在哪里是安全？所以才怕自己走错一步路就惨了，再也回不了头。啊，这一看谁比较讲的比较传神，比较通，毕竟人情世理。少选大帝。史建平啊，这跟我们的版本不太相顾人很成长。来继续看，不久大帝渐渐平定，平定好还是平静好？我们平定是人，七星大法又来了，平静下来心情可以平静，还有什么？地不再动了，可以平静，这自然的空间嘛。那平定是用在人文的政治上嘛？平定天下，平定动乱，对不对？怎么会用在自然的空间用平定呢？什么时候？你现在是翻成白话文，平定白话没这样用吗？怎么会大地平定？有人说大地平定人人相顾，相顾人他只倒叙重组，是不是？倒过来，面色如土，这是可以啊。他也知道色是面色、脸色，余悸犹存。你看他有时候又忠于原文去直译，有时候又自己又搞文学或者。去意义，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标准飘来飘去，那为什么有些地方不把它译出来，对不对？又好像忠于文文，照着字面上去讲，完全都不讲它含义。人人看大，没有多久，大地开始慢慢的平稳下来，平静下来，不再震动。人人终于彼此的看看，幸存下来的人们彼此的看看。每个人的样子都是灰头土脸，一脸的狼狈，一身的狼狈，那余悸犹存不需要嘛？那原文余悸犹存可以别具谈的啊，不是在这里嘛？这里可以翻宣召，为什么余悸犹存？余悸犹存，因为那个悸动还在，那个惊吓还在，才会叫出来喊出来。这里只是看你干嘛在这里翻余悸犹存，对不对？是看大家都是很狼狈，灰头土脸。土脸嘛的样子，等到地表不再晃动，踏稳脚步，众口众人欣然开口，一时宣召声四面传来，哪有等到地平踏稳？像这可以说天地还原了啊，地表不再晃动啊，地终于平静下来了，我们也可以踏的，脚也可以站得稳了，所以不要再用踏翻译就可以逃脱字面嘛，翻出字面。所以脚步可以站稳，用脚步翻踏，脚步站翻踏就好了。然后就互相，你看乡心哦，有他众人欣然开口，一时宣召声四面传来。那为什么不翻成"此起彼落"呢？
是不是比四面传来好？四面传来好像都是你在听这样，那此起彼落，大家都是一个中心点啊，不一定是你这边嘛。所以哦，我自己还写诗，人就这样学不好好学，还没学走路就要学飞了。那你会写出什么优良的？我们的国文教育就是这样，就没有那所以境造不同嘛。那你心都不肯静下来，好好用功去学，然后就想要附庸风雅学人家，自己也要做诗人、做文学家，所以才有无时无刻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有没有时间。我们讲叫做文学家，做传教士，还说自己的文学造诣很好。唉，我说的是谁，各位知道吗？不讲的话，好像每次都留一个讲出来负责任嘛。可是绝对前面我们提过要做常绿老和尚的征程，我就不打字了啊，你们去同音字去猜是哪一位。我们前面在讲佛经的时候，征程嘛，你不信？你看他到现在，因为我有注意他最近好像我去听他佛陀一生。佛陀及其弟子一生真正的故事一样，他好像还是有用到一次。可见我还以为他现在应该知道用错了，可是也没听到他纠正。然后无时无刻他弄成就像一般人孩子不知道的弄成任何时刻，搞不清楚无时无刻到底有没有时刻。然后不时会说自己有文学造诣或者古文造诣，那怎么办？我们都不敢说自己有造诣，我都是用程度，你可以不信你听听看。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对"造诣"这个词的定义不同。造诣一定是很优的才能说造诣嘛？这不，造诣不等于程度，程度差也叫程度啊。造诣一定是优等的啊，才能不是说有一点点可以讲造诣不行啊？造诣都是可以，已经要出神入化那种资格才能说有造诣啊。这个词汇都没有给它真弄懂，就让它用来用去，因为都是模糊概念嘛。就像这位先生也是啊。对不起，我想要做一只乌鸦嘛，对不对？反正我们也不针对你留这些资料供以后人说，等到我们1年，假如这个资料还在50年后、100年后，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情感这些人情瓜葛了，人情包袱，你看看谁说的对，后人就会知道了。我总不能跟你们老是在那哈哈。可是不是说哦，常理老和尚或者这位先生翻了，我们还没看他是姓什么名，谁尊姓大名。可是都是针对事情，对不对？好像常理老师和尚那么慈悲，办那么多像爱心厨房，那个好的啊。可是用错无时无刻两码子事嘛，是是非非，是是是优是优，差就是差，不对就是不对，不能说啊，因为他是大德了不起的慈悲慈善家或者大和尚，然后就哦其他的就，我到目前为止只是看净空老和尚国学造诣或国文法。造诣，我敢说用造诣还比较像个样，可是他有时候还是，我觉得他还是，其实大家这都共通病。我要不是来读国文系，我也不会真的那么踏实，因为我以前学科学的嘛，那么踏实真把它背到，除非没办法，否则都弄到完全懂，否则我不会放过了。我们说追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像净空老和尚，我以前也搞不清楚中文到底。从右写到左，还从左写到右写横，他讲得很好嘛。我后来也领悟，对呀、啊，也只有他这样讲，其他完全像白云老禅师，号称中文系的学士，对不对？有毕业的早期的那不得了的大学生，你没听过啊？甚至他的千佛山也是一下左一下右，道理就像我们中国文化大学，号称中国文化大学。你看我们的各个馆，我特别注意大典馆、大义馆左到右。大雅馆、大安馆又右到左，到底是怎么样？结果净空老法师说没有，那就是一行一个字，没错。然后我后来领悟，对啊，中文只有直书嘛，除非你去看任何古籍、古文献，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辨位、辨别真假的一个方法。有一个学问叫辨位学。天哪！因为这个输入法是我读完博士，所以竟然连这个没有，还没有成为一个词汇。我们这个，
对不对？你看中国传统的东西，真的古迹，尤其现在要搞破坏，又想要抢这个观光财，开始恢复一些古迹，很多都假的嘛。后来恢复，他一定都左到右，因为他们都早就被西化了啊、哦。他们甚至书都没有直排的了，真是新中国啊、哦。然后传统中国哪有横写的书？你找一本给我看，你看到的横的都只有一行。那台不是横的，中文中国祖先，我们真正的中国人根本都没有横写的概念，全都直。你看从甲骨文、经文都是直的，右到左。那会有横的，像我们提匾额，对不对？或者提那个对联的横批，那个是一行一个字，所以还是右到左嘛。你现在人就是硕典忘祖，已经早就文化大革命，早就五四运动了，还记得祖先是什么吗？又没受教育。不学传统文化，对不对？受西洋那个影响或电脑影响就、哦、左到右变成横的概念，以前人根本就没这个概念，他只有直的概念。所以你只要看一个真的古迹，真的哦，那真的是破天荒，我倒希望赶快，那我这个原则就真的看到古文，真的古物文物有横的，写两行以上的，两列以上的绝对没有，都只有一个，那根本就是直的，一行一个字，我根本不是横的概念，永远都是直的，他不会给你写两行两列啊。严格来讲，横的是列嘛。学诗，自己都没学好，要去写诗，挫折了，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讲啦，我们也不能一番子改翻，对，也许有人有天才或者他有灵感，没错。可是我跟你讲，你这里漏千疮百孔，这里早晚都会出事，天道酬勤嘛。你这学的时候不扎实，你哪一天用字一定会，就像无时无刻大和尚、常念老和尚，大和尚就出丑嘛，传到后世，你看怎么办？那错了，我们有时候可能有会是，就像佛教。他也跟我们忏悔说，传统中国传了几千年，甚至大唐经有很多假的。假如大力文真的是可信的或真实的，确实，可是非战之罪嘛，不是我们要学假的。可是当你学不对的，要勇于改正啊。有什么像我们也常常也有错的嘛，啊、哦，当确定是自己的错了，你还有什么好？唉，真的，我们力独木难支了哦。对不对？孤掌难鸣啊！对不对？我就何况我们也没是什么大咖，只是我相信我以后只要，所谓我的资料消亡，我以后会变大咖，就像范古一样，你才会惊讶中华民国建国、清朝亡国、中华民国开始西化嘛？尤其清朝末年就开始，可至少因为它还是旧封建时代旧。还有些顽固的地方，还尤其民国开始就肆无忌惮，然后辫子一剪之后怎么样了？嗯，百年以来，民国建国以来，教国文的、讲国人、懂国人有几个？连之前逝世的那个李敖先生，号称自己国文造诣多好啊，百年来国文他最，我不敢讲我国文好，尤其写文章什么作教。可是你看，真正懂国文的有几个？给你讲的那么清楚。给你这样真正科学精神去研究，像苏格拉底，我无知，我为之我无知，不是自己打肿脸充胖子，不知道的在那鬼混，对不对？哎，怎么会跑到这来？可能为了看他的作品，哎，不要再这样嘛，自误误了。你看，相心告众口，一时同捐照。这个应该是说地终于平静下来了，然后那个我们脚步也可以站得稳，然后幸存下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就互相的很终于开心，脸上松懈露出笑容了，互相告慰，互相安慰，互相报平安。大家这时候才听到好多人开始叽叽喳喳的说话，甚至大喊大叫的在找人了，这才是他要讲的嘛。意思宣召，真正到底在干嘛？要宣召，完全没把那个意思
翻出来。我们这里刚刚那个翻译虽然已经脱离很多原文，可是把它再要表达的是不是完全都讲，几乎都讲出来了。人家在看懂你这看完干嘛，为什么中文先绕圣全文啊，完全没有。你这时候没错也不能后责他，他又只绑住那个文字去翻译了，又不他这个反而又脱离，对不对？一下要意义，一下又字义，文字义，意思义，你到底要怎么样？那干脆就统一都是意思义，当然也不能脱离文字，可是光文字义是不足的，你要把他的神韵真正的精华，他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或情感意思表达出来，不能光照着字面上去做文字上的翻译。老者无策，少者难，从此夜眠，夜眠心不安。老者苦无对策，年轻的也不明所以。很好啊，所以什么意思？不明所以很好嘛，白话文有这个词汇。那我们看一下词典，我们的国文就是这样，一定也跟你讲啊，不明所以是怎样啊？那以什么意思？所以又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个字是原因啊？不去了解，辨明事情深。你看都是这样，都是翻译，哪个字是不去，哪个字是了解，哪个字是辨明，哪个事情是事实真相，哪有事情真相？那真相怎么会是这个相呢？这是真实的现象。连真相是哪个相，你看自己都没收这个。啊，你有说真相可以做真相的吗？嗯，没有啊，没有说可以做真相。写建议信函吗？那我先把放大镜关掉。我们就原谅他，可能注音输入法打错别字。其实这个白话文是不行，真相白话文没有这样写，一定要写那个像现象。当然不是现象，是这个像啊。你这个文言文读可以啊，真实的现象。那个真相是真实的相貌啊，很抱歉嘛。所以你那么爱用白话文，就乖乖好不好？白话文不会写这个。你也喜欢文言文，或者你没有白文白夹杂的顾虑，或者没有文言文白话文的界限，可以啊。不明白事情的真实现象可以，对不对？啊，可是我们白话文用的是真实相貌。是进修吗？又不知道。你碰到我那种机车的国文专家或老师，你怎么办？一点都不让你放过。就网络上那么多批评，谢谢这些学生菩萨帮我做背书嘛。我们是绝对不跟你鬼混，是不是？这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钓鱼的？呸呸，到时候再看。然则就是那么。如此则的意思嘛，叫然则嘛，然是如此。再客气一点，烦，麻烦的烦，烦请说。惊奇的桂林所谓不明所以一词是文语，
莫名其妙也不跟你讲解。能跪点未露真相一时，且白话横用的真相实相，这也是没给他录吗？一位说可以做真相，嗯，一位说明亦可做真相，然得此作真相，恐有未已，烦请斟酌定论。感恩感恩，南无阿弥陀。爱用者佛弟子，遵守真，认真辅。何时进起？够恭敬了吧？你说我假心了？当然不是，我们一切法从真实心中礼敬诸佛嘛，大家都是佛和菩萨。可是我们就事论事，真都是对事不对人，对人我们只有礼敬，真的只有自己是最卑微的。这才是真修行人，真皈依三宝啊！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以自己去骄傲别人。听了佛陀一生真实的故事，我们还会这样吗？这样的话根本就不配做佛弟子。不跟你讲不明所以是什么，那你看看我们跟不跟你讲所以是什么。古人共欣赏文言文学堂啊，我的粉丝专业。还有颜色七彩缤纷。眼花缭乱，你以为是什么？还特别做 our story， 哪里的 story 会跟你讲所什么？所就是什么嘛，以是为嘛，对不对？那这里不明所以，就是不明白什么？不明为什么天智还原神念什么会这样吗？不明因什么？不明就是不明其因嘛。对不对？也可以，你的所变成副，人家说是助词性、代词性助词完成的语助词，还有代词性。然后现在不是把它当代名词的话，不明已就不明原因嘛？谁的原因？当然看你前后文提的是什么，尤其是前文。这里当然不明为什么会这样啊？那当然，什么叫不明所以？待会儿就不对嘛，这应该是少者无策，傲者难。这只有两件事：第一个，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地震？第二个，怎么抢救啊？救灾工作一时伤亡那么惨重，怎么办？完全都不讲，苦无对策，也就故意用这些词汇给你搪塞。对策对什么的策啊？是不是那真正那个精神神韵关键都不翻出来？对不对？好像我们要之前提这个轻重也是，试问计重和对不对？何重轻呢？谁的重？谁的消息是谁的消息？那个才重要嘛！先抓动词，新年快乐是谁快乐？不讲出来，只想说苦无对策，不明所以，什么东西的所以啊？什么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东西啊？对于什么东西的策略啊？什么叫对策？对某件事的策略，那某件事才是关键嘛！这里当然就地震嘛，要来就是地震的预防防震，也就是讨论地震为的起因，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地震？那再来就是地震既然发生了，灾害要怎么去抢救？后续善后怎么办？对不对？完全，唉，劳我这个庸才来费尽心思讲解给各位听，老者无策，然后你看都是科学原读者读法。老的，所以少就是年轻的。我们真要犯的，不管是谁，到这时候对这么重大的灾情，都只能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或者说，不管是谁，都不知道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会突然来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才是。不管是谁，就是犯老者、少者。人除了老少，还有哪一者？
那不就所有人不管谁，这讲解我们所有解都讲过，老就表示经验老道，一定是年老嘛，科学读法，所以耻笑我搞什么七星大法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发明的就不准用，用了给我缴税。智慧财产，你们不是要炒智慧财产？我现在在赔智慧财产关系上，用到，请给我，我创的，我发明的，对不对？像牛顿三大定律，明明自然界的三大定律变成牛顿，你至少也取守贞吧？守贞定律，哦，这个老一定是生理上的老，年纪老，那智慧上呢？难道有智慧的人就有策吗？只有年老的无策，有智慧的人。聪明才干，博士、硕士、专家有没有测？还是无测啊？专家、博士是不是就老者？专家、博士一定都是年老的吗？是多可悲啊！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些菩萨。你看有几个，我就这样忙。你看有几个会跟你讲这样讲国文，这么亲近，一个字都不给你马虎。你们上过这样的国文课吗？没有，你就知道百年来公文程度为什么会沦落成这样。谁要负责？谁该去地狱关几年，消消罪业？自己想想看。非常谢谢嘛，自创的一大推，对不对？还有新的，真的非常感谢。自创，自创品牌。不是自创一大堆啊，真好！感谢菩萨，还好没给我杀掉。对，有修过中孙守贞国文课的，然后怎么用七星大法？九阳神功怎么用？老者无策，少者难。老者少者是什么法？保重的、啊，还有什么表格原理？自创了一大堆，对啊，所以老就是年纪老了，跟经验老没有关系，所以以后都不要再用老手老鸟啦，因为年纪轻的不能讲老手老鸟嘛。那你们我们佛教里头还要讲什么长老，对不对？常理老和尚也教我们说，出家比你早了，其实他的年纪比你轻，甚至年纪本身很轻的二三十岁，还是要叫人家长老，人家比你早出家，佛制的佛规定。保重吧，自创一大堆，我自创收版券，我自创的收版券。这个人在做天在看，宇宙还三个，不是一个。哦，太棒了嘛！哎，可怜明者，继续吧。同学在问，哎，接下来这个《礼记》的开始录了没？这能录吗？我问你，我真希望他们都讲得很好了，我们心里都安了，很好哇！甚至还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这个就可以赶快不要继续录了嘛，石敬秀了嘛，对不对？从此夜眠心不安，完全都不翻译哦。从此晚上睡觉心里就没办法放心的睡，为什么整句话都不翻译？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他既然知道全台是第四社，我们前面不是看带大家看全台是资料库，明明人家是心不疑啊，完全都不讲。不知道灾难何时又来，什么灾难，明明就地震，你为什么不讲地震呢？难道地震会谈到哪一天是什么灾难，台风灾吗？还是什么灾，龙卷风灾？那么你看他这时候是不是又把意义神韵精髓的翻出来了，他自己在那左右摇摆，对不对？那要你这里就不能光只是宣召声嘛，为什么会宣召不讲，那为什么会睡不着，他是不是都想出来？我们讲的对不对？我跟他也不相认识啊，没冤没仇的，只是说是不是嘛？自己标准是不是两套？然后这样天宇宙你开的，啊，东南地形虽有这个前面我们看过，但是地无缝隙。什么叫地无缝隙？这又是刚刚表哥原理啊，七星大法，人家缝你就翻缝隙，这是什么科学读法嘛？地没有残缺嘛？有缝是不是有漏？我们说见缝插针就是有缺点，是不是就可以插？东南虽然因为共工跟祝融打败失败的时候，他不爽，把天柱拆扯短，所以我们现在东地势都往东南倾。我们台湾就在中国大陆的中南方，可是
不管是中国沿海东南部，还是我们台湾，也没看到大地破碎的样子啊，应该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地震呢、啊。这才是他要讲的嘛。东南地形虽有缺，我问你哪里的东南也不讲，对不对？相较于中原的东南，不是相较于美国，相较于日本，日本是在西南，日本反而还是中原大陆的东北，来东边。你们就是这样的国文课，你自己好伸手跟痔疮保重吧。嗯，然后有一个我说一个，我现在敢说了啊、反正就录吧。有一个更夸张的，老师跟我讲说啊，老师我骂你，我说还不说这个学生至少还跟老师道歉或忏悔嘛。啊，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讲名字了啊，那你们不相信我讲的，以为我会随你，我想，对不对？反正有人证在嘛，他当事人的。竟然冒到去住精神医院了，这不知道是现世报还是他自己怎么样，不知道。那我不知道骂我的这些人是不是精神也是有问题的，对不起，这不是骂人，可真的有这个事情哎，我就被一个住进精神医院之前的孩子骂，然后哎，他去住进精神医院之前还跟我告解，来跟我忏悔。刘信奇，突然我还不知道，哎，你没有骂过我啊？你怎么这样讲？哦，不过他至少还有一念善心存。那刚刚留那些话的同孩子呢？哪一天如果你们也像他这样啊，突然，那下去的可能不是精神医院，可能是地狱了吧？还是哪？尤其我们前面看过梁皇宝忏嘛，对不对？那佛讲的呢？除非那也是伪造的经典，对不对？和里头白纸黑字是佛说的。不敬师长毁谤，他还不是毁谤，他是议论呢。那、你说我现在议论常立老和尚是不是？不是啊，你看看刚刚那个低卡的是议论我吧？不是议论我的学问或教法，不是吧？我的那我们刚刚是讨论常立老无时无刻是他用错了，是这个事实。我们谈论他这件事和他的知识和学问，不是他，不是议论师长，是议论师长教的东西嘛，或者他传的他认知的东西嘛。那不一样嘛？你看那个黄宝山，那个明明就是像不敬尊长，还有父母，当然是讲人，不是讲他们做出来的事。父母难道都不会犯错吗？没、不是啊。可是你觉得刚刚那些同学留言这样，是对我有尊敬啊？那个跟我讲后来去精神病院的同学，那个是那时候他说他在骂我的时候是对我尊敬吗？是因为我学问不好，我教得很差，还是我只是要求的跟别人你们以前习惯的不同？对不对？那我为什么敢那么要求你孙氏教法吗？还是真的国文该这样学，该这样做，自己凭良心去摸吗？啊，那位同学很可爱，他竟然还说我是他的启蒙师，不知道启蒙什么。结果精神病院完了，我们还打通过电话，我还真的很期盼。所以我们就好像我之前，因为我反正这个我已经不留在学校的讨论区，就像我昨天我们在读佛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谈性。教的那些想要做找一个性伴侣，都是在玩你耍你，只想看你射精打手枪，哪有几个真想跟你做爱、啊、一样嘛？我们满怀的希望去诚心诚意的、哦，你看我们有视讯给你看，也不是坏人，人都有生理需求，有我们，对不对？互相满足，男欢女爱，就是这个诚信。只有你这样耍我满怀这种真诚和痴情一样啊。满怀这个真诚心，也希望那个同学出院之后，哎，我们继续上课讨论，哎，都不讲就不来上课了，还通过电话，哎，不请假，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文，那我们就只有公事公办，我也不可能再去那个，他妈妈还来联络到，现在妈妈也是没有再主动联络，那你说我们会主动联络，我也不是你导师，主动联络干嘛？尤其。感觉之前好像还对你有，你这个老师有几分尊重，路日久见人心嘛，我们也会斟酌嘛，不要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嘛，是不是？根本你们就没有把我们当一回事，我们何必去自导门去呢？人在做，自家给保重啦，真的，真的搞不懂，都可以做出这种超乎我的想希望的标准，是我的。个人的私人标准跟宇宙、跟天理、正道无关，最好我真的希望，对不对？那不是的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只能阿弥陀佛，就像净空老法师碰到那么多人，你看，就是
做功德回向给你们啊，减轻一些你们的那个嘛。只有这样啊，我怎么办啊？怎么劝怎么说，没有办法。从此夜不知灾难何时又来啊！东南地形虽有修，但是地形无风险，岂有妖物藏身其间作怪？你看，妖物也是科学独到，难道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在地里头，才能造成那么大的地震，造成那种破坏？这妖物只是因为它，就好像你们现在有那么多流行的词，对不对？实际上，我刚刚看电影，人家翻译竟然连这个都出来了，北七。白痴嘛，这个都变成电影的字幕啊！还有这样，哦，你喜欢用北七，以后人读到我们就以为是北七啊。人家那时候人都习惯讲妖物，他就用妖物跟当时人沟通嘛。他怎么知道后来人科学那么发达，妖物这个人被污名化？那你看他这里有迷信吗？你就直接拿现在白话的那种妖物去翻它。我翻当然是，难道有什么妖怪？不就是你掌握不住、捉摸不定的东西吗？未知的嘛，还不是完全掌握和了解的、了知的吗？难道是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能量或者什么在？所以这后面接的不是很好吗？自然一定是在我们大自然还是天地之间有什么能量需要释放，或者在那循环。只要你吞吐不读成偏义副词的话。又有吞进去，又有吐出来，就翻成循环。假如要吐成偏义副词，只有释放出来就要吐，偏吞就没有意思嘛。能量吞进去，对不对？那像我们台风是在，因为它是循环，是吞吐，没错。它因为蓄积了太阳的热能，才会造成低气压，对不对？然后有这个能量才释放出来啊，有那么大的风和那么大的那个雨出来，那是有吞也有吐，对不对？吃进太阳能，吐出那个。风和雨的能量，那地震的话，一般我们目前科学的经验和认知是，它只有释放能量，它没有吸收能量之后再爆出来，对，都是地心的能量喷发爆发出来，这完全都不讲。你看，应是源于还翻那么文讲源于，应是起因于天地吞吐之气。你看，人家明明是气在吞吐，它变成吞吐之气，变名词。天地吞吐之气，然后气，你看到这些位先生听到没有？他就是刚刚那个学生留的，自创一大堆七星大法。这位先生完全不懂七星大法嘛，气就完全这个气就是气，老者就是老，都没有别的可能了。然后就要写诗了，这样能写出什么好诗？你对文字那么，刚刚讲的北七嘛，不是骂人，我们是救世，头脑真的太呆了，气就是气，老就是老。你能写出你这种脑袋可以创作出什么好的作品？春风又绿江南岸，你绝对写不出这个"绿"字。你看王安石就会转，我们一定都说"春风又来江南岸，春风又吹江南岸"嘛，怎么会想到用"绿"呢？脑袋转不过来嘛，卡音嘛。对不对？被卡音卡住了。对，卡音，我们就好像刚妖物，对不对？妖物它竟然也没这个词。卡音我们也用现在流行的话，以后人可能不流行了。那药物我们现在不流行，以前的人流行，他就认为那个不可知的是妖怪嘛。哦，还真的是有一个有形有体的，就是那科学语言的妖怪。所以叫大家读语言，人们不肯相信，文字是一个魔杖，只是人沟通的一个工具。就是有时候就被这个文字，你看气就是气，卡住卡音，着了魔，文字像魔像。文字的魔，马明菩萨都告诉我们，读经不着文字相，连佛教的修行者都懂，你们不懂，那有什么办法？又不肯学，所以在那说那些风凉话，那个自创一大堆，很棒。自创真好，我真的希望自创，自创也绝对可以生权，是真的是我自创可以声明专利权嘛？
对不对？现在那么保护创意、智慧财产权啊，不是吗？难道不行吗？我就拿这个，那去法院一定被法官骂，干嘛？这个小孩子是童言童语，你也把他当真，是不是？你这个算什么专利？什么自创啊？哪是你自创？啊，被人家骂回来。你看这些人头脑都不转，然后难怪会去疯人院嘛，是不是？精神病，头脑都不转就开始大放厥词，觉得都自己都对。然后苏格拉底自己觉得自己不知道，他们都觉得自己就很知道了，连学士、大学都还没毕业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随便说你这个博士的老师怎么样？我不光指我你这个国文老师，我相信别的老师也难逃你们的虎口，对吗？你嘴巴那么毒，那么苦，那么前面如风虎狼嘛，如触蝎嘛，真是虎口啊！有几个能够虎口余生呢？有几个老师能在你们还不得顺泥者昌泥啊，让你爽的，让你学得好的，让你这个朕皇帝高兴的，你才觉得他是好老师，怎么呢？搞不清啊，考老师是讲究学问、知识、智慧、能力，还是讲究让你爽的？那当然，老师，可是不要要注意一点啊。现在教育界有一个问题，老师还要会教书的，那就叫教书匠。那好啊，那些状元、院士或者很有学问的人都不要请他来教书，你看学界接不接受？为什么还要荣誉讲座、客座讲讲那个客座那种？你自己说教育的真谛在哪？啊，会教书就是好老师哦，那是次一等的吧，对不对？会教，那你叫来演艺人员来，他可能还更会教，他只是学问没有真的老师或学者好。演艺人员真的很会教嘛，所以都把你们教成这样，不是吗？你们追什么星，什么韩什么流，日什么分，日本粉丝韩流，你们应是源于天地吞吐之气，应该是天地有一种能量在那。喷发、释放或者宣泄或者循环，你看完全都翻成这样。什么叫应源于天地吞子之心？就认为林先生觉得天地有一种叫吞吐之气。然而世人怎么整知原因呢？世人啊，那为什么前面这样讲，后面讲这个呢？那个世人难道不包括林占梅先生吗？哦，你比较聪明，你知道，你超越苏格拉底。他也是大概推测是这样，世人包括他自己哦，毕竟到现在，连我们现在是不是地震怎么发生的，怎么避免还不完？你不要以为现在知道地震吗？那也还是假说推测啊，可能地也有能量，那也还是推测，不是那么精准的啊，真的就是这样。知其故，追根究底的缘故，幸好淡水还安全，这要讲清楚淡水厅。你既然翻成白话文，人家会以为是现在淡水区，对不对？新北市淡水区，早一点叫淡水镇，幸好淡水还安全。你看，安全它都不翻了，幸好我们淡水还平安，而且没什么大灾害，就是完整，没 kick 就是完这个全就整完整，没有破坏，灾害不重，面貌还没有被毁，还没被毁容，对不对？可怜张嘉译张哈，遇地震而成废墟，如同墓地。什么叫？为什么要翻出遇地震呢？可怜我们同样在台湾的嘉义彰化的同那一带啊，都成了一片的坟墓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上一次不是看那个收运的，好像就我们这一集嘛。可是脸书的已经是上一集，废墟可以当成坟墓讲，那你可以翻成人间烈狱啊，已经变成一片的坟墓，人间的炼狱。地震天灾既然已经发生，消息不明，只能归于生命中注定的灾厄。后面这里翻的意思是有翻到，生命中就是翻数，劫就是注定的灾厄，然后只能归于，只能当在天之还阳归于，那消息不明可以啦，不明就茫茫，对不对？那什么东西消息又来了，是不是都不讲清楚？什么东西的消息啊？地震天灾既然已经发明了，怎么样去防止它？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地震？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一无所知？所以只能自视乾坤其境。我们哪能知道这两个是呼应的嘛？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消息嘛？
这位先生，我希望你看看，我会到时候一起读懂时间要标题会给你，有没有留名字？这样他好知道他的文章被人家解读，你自己请多指教，欢迎。你看我们都姓孙名守着，还作家哎。阿弥陀佛，对不起啊，讲过有冒犯的，你大人海涵，可是通常没人，通常有修养的人很少啊，对不起啊，我是以小人之心，希望你真的是君子。我一般人没修养，一定都是很爱记仇的，那真的就得罪人。没关系，得罪人，好吧，我消我的业报。可是你自己要想，我们得罪不是冲着你来的。你不有这些问题，怎么会得罪呢？是就你这个，你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问题一大堆？东南地形虽有缺口，你看过我们实境秀是不是就懂了？原来是有典故的，有用典。九阳神功收费哈，我自创的，用的就是我这个。进来我这个还会乱掉，进来我这个云端，对不对？九阳神功十全大补，为什么叫十全大补丸？用电嘛，这个就大家一起，连为这位作家也是这样。作家我都，其实我如果哪一天真的是，就像苏格拉底，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哲学家。哪一天我都不肯称自己是作家，我也写了不少写作啊。我都不敢说自己是国文专家，你看我都很少这样自称，那是因为我会这样提，都是因为我们也不能说自己不是啊，我们不是，还有谁是国文专家，是这样，可真的要需要学习的还太多了，我这样就自称，你看刚才写的自己是作家啊，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真的有读懂这一篇文章吗？这首诗吗？就要自己又要写一首诗，学习都是这样丢的。丢三落四的，那么基础打那么不稳，以后会好？天下有这个事吗？地震天然记忆发生，消失不了。你看，何仲勋完全不管嘛，这我不再多说了哈，太明显了，对不对？太多漏掉了啊！写完这首长歌，写完写是父嘛，完是爸嘛。这首是天之还原长歌，这首地震歌嘛，用地震歌翻长歌不就好了吗？这首心中转愁，你看转愁也不翻，什么叫转愁？在那愁在打转吗？写完这首地震歌之后，我心情更差了，更差，差来翻愁。然后惊魂未定迷离楼，那地震留下的阴影，我到现在还挥之不去。讲到这。我再也写不下去了。笔端亦柔弱悲悯，什么叫笔端？来，各位，这是作家的文句，读得懂呢？你觉得白话的人有这样表达的举手？笔端柔弱悲悯，你听得懂这句话在讲什么？你最多要说笔端流露出的是柔弱悲悯的情调。这时候笔端不是物质上的比七星大法要来，是笔端写出的文字，文字透露的意涵意思，省略了多少东西，不是真的那个笔端。你怎么可以直接笔端柔，好像变成科学语言？笔端也柔弱，笔端如何柔弱？柔弱悲这就好像我昨天跟大家讨论过了啊，是我们讲佛经，常理老和尚他们正德佛堂那里有一个广告说，让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对不对？这句话好吗？雨冰，让人遮风避雨，对不对？当然，你可以说它省略可以啦。人可不可以去遮风避雨？人遮，让人遮风避雨，让人遮风避，好像人遮风避，它好像不是说让人，人遮风，人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因为你加个让，还勉强还可以通一点。人遮风避雨这句话通不通？遮风避雨当然不会是人嘛，人怎么去把风遮起来？当然是建筑物嘛。这主词不要弄错，新年快乐变成新年再快乐一样的道理。这一些都是
为什么教你读如何想得清楚？这个有些很细微文法的，为什么会出现无时无刻这种荒天下之大谬，滑天下之大稽的这种问题，就是这样。然后连这些有头衔、自诩为有造诣的、有程度的，还会犯这个错，都是这个问题出身啊。这病根、这个症结还不解开，这个病根还不拔除，国文怎么会好？你看我们刚刚的翻译，你说我自己都很佩服，我真棒。为什么不是我们太厉害会翻？你真正弄懂，你就会翻得更世切的白话嘛。写完这首《地圣歌》，我心情真的越来越差。想到当时晋升地震的情景，那一种阴影，如今还挥之不去，让我真的再也写不下去。这才是这两句的最，至少目前我感觉非常动人和完美的翻译，对不对？完全把他想要表达的声音。我问林先生，你地下有知觉的是不是这样？惊魂未定当然是地震的余悸啦，这个才是他前面的余悸犹存，对不对？他前面有用余悸犹存吗？对啊，唉，我这里反而惊魂未定，他不翻余悸犹存，反而怎样？惊魂犹未定。啊，还有惊魂未定，白话文也在用啊，还需要这样惊魂犹未定吗？你要把它意思翻出来，那阴影挥之不去，是不是才是更好？唉，那如果要这样，何必要翻译？你还是用惊魂，还是用未定，根本都没翻嘛。可是你看，我用阴影翻什么？惊魂，挥之不去翻，挥之不去，不去就没有嘛，就未嘛，能够挥掉。挥除，把它挥散掉，除掉，是不是就定下来了？笔断意柔柔，这个好的是好，对不对？此情此景没错，此情。所以你要问他此景怎么讲，我们讲解都讲，不要只想到情是情啊。他这个翻车很好，好，我们说好嘛，作家先生，怎么还跑不出来？有名有姓吗？希望他这里有一个。是廖先生吗？点下去，刚刚点了，他就变，好像是廖。哦，哎，这里有放大镜的参与，还是唐？哦，唐先生，太小了，他又不给人家用，滑鼠也被锁住。哦，很注重自己的财产权。你看我们这个都没有财产权，我所有的，我握的档，所有我不屑拿这个，我们不是活在你们这个井底，这个你们现在这个井里头，我们是活在跟宇宙，天地为与我同，跟万物与我齐，与万化冥合，今天看那个真的佛堂讲那个有两扇商店办。报你是，你看与万化冥合嘛，都有这个关键词。柳宗元使得西山夜鸟记的名句，这一篇真的很棒的一篇。那么古文，我觉得《古文观止》里头有几篇让我真的很佩服，真的叫观止，这个是就是数一数二的，甚至可以说拿第一名。那我印象里头，那才有那种观止的磅礴，那种恢宏，那无暇可及、无懈可击那种感慨和共鸣。真的是那种感觉，由衷的觉得对，就是观止。观止就讲看到极点，无以复加。此情此景，不忍再去回想，再去不是更好？这样，他此番此情此景是很好的，没错。或者是这样的情景，或者那样的情景，不堪再次去回顾了。所以前面呼应这个，我再也写这样。写不下去，那个阴影挥之不去，所以我也不想再去回顾当时那种惨况。可是呢，不去回顾，我们是不是还要随着大自然的结束安排，还得随着它什么时候发生地震，然后继续惊慌失措，对不对？肝胆欲裂，什么时候哎平安，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不服嘛。还是希望能够解决。你看，自身微小，随成福也是无奈。这什么东西嘛？所以我不想先看那个嘛。你看看你自己比较看看，我的好还是他的？那再来自身，他此生他翻自身，我问你，他此的表示什么？自身是林瞻没自身吗？所以我们说这有两个，一个是
就七星大法了，永远注意对立面，是不是？对不对？永远置于对立面，不要死在眼上。嗯，他就没注意对立面，想到自身就要想到别人，带回恶作都合理的都可以啊。我们的生此生，所以说我们的身家性命翻这个此生才比较对。我们出就在宝岛台湾的身家性命，还是依然要。随着这里可以用依然翻字哦，依然就是没有变嘛，自然还是那样，对不对？理所当然，没有别的，所以依然就表示保持原状，没有动。所以翻译是另外一个学问，很高招的、啊。哎，我都可以开翻译学的课啊。有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的此不是单人个人，身也不要光只想到身体微小，还有心身家家庭啊。我们亲戚朋友呢，我们的财产呢，对不对？仍然还要，仍然就翻自嘛，还要就有嘛，啊，所以这也可以倒去变自由随沉浮嘛，有自之的，还是依然随着大自然的作弄、造化弄人，是不是？也是无奈，他又来了，原文没有，他又用译翻了。真希望能有传说东汉废长房的神仙说地法术。便可居乐土而免除烦恼，他这个是没有偏差，可是没有把神韵翻出来，对不对？可也不算错了啊、哦。这个当然我就可以给你接，我给他几分？七分有啊、哦。你看我八分，我还不太愿意给他八分，满分十分的话，但加分呢也不会加，他也没解说啊，加什么？对，那而且他已经离原文了。真希望能有传说，人家安德怎么会是真希望呢？它完全是意义大意翻，原文应该说哪里可以学得习得学习到、或者哪里可以得到以前肺长房的那种控制地脉的方法呢？让我们这个地区再也不会有这么惨烈的地震，居住在我们这样的宝岛，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再也不要受地震的威胁，就呼应前面那个嘛，夜眠心不安。对，再也不会说，再也不要去忧愁烦忧，不知道地震灾难何时又要来，对不对？那居乐土也不讲，乐土它还是没翻，便可居乐土。什么叫居乐土？没有地震才会乐土，对不对？有地震就不能说是乐土了，所以翻成宝岛台湾不就好？居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挚爱的乡土上也可以。挚爱，你一定是乐才会去爱嘛。你会爱的人难道不会让你快乐吗？本诗为七言古诗，收录全台诗第七册林专梅定真歌。来，顺便看时间，道光28年1848年仲冬彰化雨。你看诗序记载，没错，有千人左右，这个他可能查资料，我们尊重他，好吧？我不知道。所以你看那个同学还翻译说，大家人数都死亡，人家才死1000个哎。对不起啊，讲得很冷血。我说你翻译不能乱用那个字嘛，人就这样啊，随便你写，都可以乱写嘛，都就是没有例外啊。2年后，你看他也是2年后，又有这他们2年后是从哪来的？我都不知道2年后是从哪来，思绪哪有2年后？对啊。道光戊申仲冬台地大震，五旦星全，而家张明张家一半城屋倾皮，人畜伤毙，至则之破而者又不可生计，以伤心惨目，殊难名状。金岁一样啊，然后讲2年，暮春复大震2次，金道之雨乃成七国一篇，歌以当哭，时三月初发，这个时日呼应金岁，因为它暮春嘛，啊。初八未克也，啊，他住
更详细讲木村只交代了月、啊、其实他这里我如果教他你这个可以删掉，你这已经讲木村了嘛、啊、歌以汤夫十出八位客也就好，你看我都可以帮他改文章，本来就是啊，你这等于累赘了嘛，所以这也可以证明他有时候前后会重复用字，像转愁你看他都没变，可是我可以帮他说转愁他是为了强调他前面转愁门户侠，对不对？囧逼转愁门户侠，这里又新转愁，这里是可以做个呼应，可以新更愁，可是其实也可以换啊，换词。就你们先生就好像我们今天老师看学生的作文，就可以找出你里头的毛病，还可以改进的地方。牡丹星辰，对啊，他是照录的嘛，哪有两年，只有两次。那你们人家说两年你就听两年了，所以你们都太乖了，我你看我就是那种不乖的学生，所以我去听常理老和尚的课，你看也是他一直说要出家，劝人家出家，那个净空老法师反而都不劝我，好几次心动你知道吗，而且有时候问问良心，真的也应该，至少我们做一般凡夫也应该分担老和尚那么辛苦、哦、常理老和尚你看他发办那么之后自己，可是我后来觉得我心还是不能动，因为我之前还没来听他的课之前就觉悟到自己这一生，我之前就是看他大佛像里的征兆在家居士，可那时候不知道他圆满之后还是劝人家尽量能出家，差一点被他们捞进去，他说真的发心很想去，哎，在家去那里修行个几天体验看看，我说还好，还是因为我现在你看我父母也不在，也不需要，姐弟都大了，根本不需要，我其实是一个累赘嘛，我赚的钱我也不爱赚钱，就是只过日子，完全没有任何家里的女朋友也分手，我不出不要干什么、哦、国文程度又那么好，那常理老和尚说要英文的，我是英文不行，所以这也是我一个理由，最重要是有两点，当然这个第一点是比较小的一点，我情欲这个我当然还是可以放啊，女色这方面我觉得这是我的业障，我要好好修这一关，这个以后会常常跟人家分享，跟你们分享、哦、然后所以我现在还在大学，因为这个已经半退休状况嘛，所以我敢在使劲修，以前哪敢聊这个啊，都甚至有时候还要从不小心录到重来，唉，做老师也有做老师的不好啊，啊，那么有些话说人家言论自由，有时候还不能这样，可是我觉得假如我是教育部长或教育界的精英的话，我觉得主张是这样，老师就传达真理，我就是好色，我跟人家搞性行为又怎么样，老师说我们不是害人，不是像我去那里人家说你碰到你学生呢，碰到又怎么样，我去又不是诈骗，也没有骗人家私财私色，我到现在只是反而是我都我是没私财都私色，都给人家看人家也不给我看，我有害谁吗，没有啊，反而去丢人现眼，所以那丢人现眼是我自己的问题嘛、啊、当然我背后还有文化大学或者教育部这个包袱或台湾老师的形象，这我们不能，所以赶快辞掉嘛，免得哪一天爆出来，我不杀伯人，伯人为我而死，当然不希望人家因我们被伤害到、哦、可是你看有一个老师那么诚实跟你坦诚不公、哎、可是我们刚讲小人很多，对不对，真的有小，他就喜欢咬死你，也许他跟教育部长有仇或者台湾教育有仇，他就说来，你看那个败类也可以再教育，再教一教，你看那个 D 卡都这样留言了，什么事不会发生，人如果是理性的动物、哦、就不会讲这句话，就是因为人不是全然理性的东西，西方哲学家才会说人是理性，给人做一个定义，其实就是有共鸣，可是我们不是全然理性的，更不是有修养的、嗯、什么事，哎，这两年从哪来的，哎，因为不是我不是好先生，又扯到那些去，那、嗯、就是啊，那你们就是人家讲什么你们就听了，哦，除了我这个性方面的业障树叶因缘习气之外，这个还小咖，这个说断真的发心出家，当然这里就再也不能那个，可是我总不希望有后遗，再来我自己身体状况嘛，你看我那么年轻就已经老化，我还戴一个隐形眼镜，近视有一种，那身体状况 也不是很挺健康，虽然还算健康，可是就是我也没运动啊或怎样，因为我们不在乎那边嘛，那如果去做老和尚试的，到时候怎么不能看任或怎么谁知道啊，再来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啊，对，最主要就是佛门的问题，
我今天只要发心真的要出家，就不能再给我搞假的了。我是真的，如果我进去又发现啊，不是我想象那样，就好像我读大学嘛，一失望就想要退学。你看我大学没毕业啊，不是我要的大学。然后我出家更不用讲，出家是比大学更严苛的嘛。我不是来跟你玩的，就进来你，只要你们还是该搞假的，我干什么？怎么呢？而且现在末法时代，刚才刚好有维摩诘，维摩诘也是佛啊，我们跟着他，我们就是做优婆塞，对不对？做在家男居士，领悟到自己的天职就好。那再来，常理老和尚说啊，他那么多事业交给经理人办，我是想说啊，这当然我只是我自己的一点凌乱之见啊，就。他自己也后悔说，他以前出家做错对，所以你看，真的净空老和尚是做对，真的在跟释迦牟，他就只是教学。那常来老啊，自己也承认自己这个办错，可是办错是他身为出家人，他办的事业当然都很好，你看爱心厨房啊，也真的了不起，而且他不是像慈济或者什么那个盖医院去像一般的医院这样，他就是不定价收费耶。佛教要做，真的就是这样。那常乐啊，可是出家人真的不适合。佛也明言，这个绝对不是嘛。说你何必出家？你在家，这是在家人办，应该出家人作为在家的老人的导师、精神导师，要叫在家人办这个。出家人等于是指导的。啊，他现在回归这样常轨是对的，经理人，可是不能这样一直逼迫人家啊！你们要出家，不分担佛，我就没办法。我是劝常理老和尚，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大家都是修行人，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想，这是我的业嘛。我今天做错这个事就承担。那找得到经理人，当然我这样一直呼吁，可是他呼吁他到怎样，有点好像给人家压力或者强迫，就好像他前面斥责人家说办园游会，不要好像把佛堂弄成那个买卖场所了然后冲业绩啊或者多少，这样就大不敬或怎么样一样啊。那你劝人家出家，不能让人家有那对啦。还有他说，这样人家有压力就不敢来佛堂了哦，不好像不买你的东西，没有给你搞官交陪一下，对不对？对，那不好意思，你这样无形给人家压力一样。你现在一直叫人家出家，那甚至有时候话讲很重，给人家无形压力，难道不类似吗？哦，就当我们做真诚、诚心的这样，因为当局者迷嘛。如果我是老和尚的话，也许我也想不到这样。那今天正好，我不是你在提出这个诚心中心的建议，我们就会想说自己这个业障，那当然大力疾呼嘛。可是不要给人家压力，就是啊，很希望很可以一直很，就好像净空老法师，他也很希望有传统文化传承，这是好。净空老法师从来不会让我们有那种压力，觉得啊，好像我不出来，对不起他，没有。可是他会一直让我激发我们，我那时候也是啊，所以。我同修，我直接那个女朋友，对不对？我就跑台南2次了，这以后故事再跟人家分享。有啊，可能不是跟常理老和尚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是真的有压力。可不会像我们，我就从这里头就领悟到什么？佛，你看都教我们就随缘嘛。既然我种了这个因，只要我这辈子已经没办法全心全力在巴利文研究上，以后还是要管这三个事业或者自己创办这些事业。现在又有爱心旅社。那你也只能认命啊，这也是随缘的嘛。你不能好像哇，人家不来出家，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把这种你的过错转嫁给别人帮你偿，哪有这样？即使他是你的弟子，对不对？那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嘛，是的。那没有你，我们也只能相信他们。像我，你叫我做经理人，我第一个自存才能有限，不是说全息或推卸，不是嘛？因为自己也没有把握啦。假如我这是你今天假如叫我讲国文课，我推卸，那我那个，对不对？没有嘛，我没有这个机会嘛。像我去找净空老法师，他们也不理我啊。那没有就算了，我们还是自己尽自己的心力。这个我自己有把握的事，我还不做，那叫推卸。像叫我出家这个我没把握啊。像叫我讲国文这个我十拿九稳，对不对？那我这个至少以我的智能，我的学识。我可以，那我还不做，真的就推荐。其他我都觉得自己自惭形秽，像出家，我觉得还不够格嘛。并不是说啊，老和尚那么辛苦，我们或者对佛法要灭了。那佛法，尤其你看佛法本来就有法蕴嘛，为什么？因为怕佛法灭，就一直怎么样，这样比世间人还执着了，对不对？你只是不执着你自己的家产家业，去执着于佛家的佛家产业。人家说法上因舍不是吗？什么都随缘就好，尽力随缘，不要去好像变成
阴阳，那就跟世俗人没什么两样了。我怕他灭亡，断了佛法，断了就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像那个净空老和尚也怕佛法，但谁不怕？可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他就比常理老和尚轻一点。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净空老和尚还是放不开。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我们三个弟子好了，都是释迦牟尼佛学生。我相信世尊看我们三个应该会比较认同我看法，不是我无耻啊，不要脸，真的啊，他教我们不就是这样，怎么还会执着这个？当然尽力和如果佛法要灭，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是怕后末法造业，所以他就赶快入涅槃嘛。啊，他怎么怕？不怕佛法？他说那时候入涅槃佛法就没了，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不怕佛法灭？是他传，你看他入涅槃，我们前面才读一教经，他也是教界弟子要那个。永传下去，我们还纠正他那个永远不要误会成 never ending。只要 never ending 的话，那何必讲法运呢？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什么都尽力就好了，不要变成一种执着。哦，非怎么样，那就完了嘛。哦，那你还是用凡夫心去学佛、去修行，那怎么会证悟啊？永远证悟不了。这两年哦，就为了这个两次，不是两年。对不对？2年后讲那么多，我回来这里，所以我们说做真诚嘛，不是说老实说什么，我们都唯唯诺诺这样。当然，我们这要怎么去分对老师的尊敬？老师说依教奉行呢，对不对？这要怎么说？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说人家侮辱你了，杀害你，把你千刀万剐，你也不能起嗔恨心。他讲那个道理，我们依教放行照做，这道理承认、认同了之后，就要照做，就不能讨价还价啊。那如果不依教奉行是，他这个道理是有问题、可疑的、不周全、不圆满的。佛的定义本来就是圆满，不圆满的，当然我们就要讨论嘛。对，不是说违逆老师嘛？啊，老师这个我觉得很圆满呐。你还有什么？你觉得？你想要解脱，想要摆脱这个世俗的情欲和人的这个错知这些，你不这样慈悲心对待一切，你觉得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啦，只要有我才会说啊，释迦牟尼佛跟你讨论这个。没有，我们就是依教奉行，做不到是我们不听话、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这才是没有对老师崇敬、没有法供养、做不到不依教奉行、阳奉阴违。啊，至于这个，你看。你2年后从哪来也交代不清楚。释迦牟尼佛假如有什么交代不清楚，像你看我们读一教经不是也是啊？他说比丘还有问题要尽量问哦，对，所以对四圣谛还有任何疑惑的，那假如我们那时候有疑惑，我们当然问，他也很欢迎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我听常远老和尚讲的巴利文，他也是说我讲的你们也比较就接受下来，一定要再去思考是不是这样，一定觉得是了才能接受。所以他说闻思修嘛，一定还要思嘛，信解行嘛，然后自己要证嘛，不是信了就信了，不用解，闻了就也不用思，绝对不是嘛。昨天我们也学到学而不思则罔，对不对？佛一教经里头也提到这个，没有啊。那序里头有两，他以七股书写地震惨状，观察仔细，感受深刻，描述详实。你看这个详细就是这个详嘛，也可以写语部的字形结构换部首，对不对？昨天我们才提到详是安详的详是这个详啊，可是祥和社会的祥是吉祥的祥，就不是稳重了。那时候祥和当然是一片吉利，对不对？天下太平，很欢欣喜庆的，这当然是吉利好。现在这有好的意思，当然就是吉祥的祥。可是安详那个是讲稳重，不是好。当然稳重是好的。可它着重的不是美好那种好，而是重。你什么东西可以平稳，不容易被动摇，一定内容很多嘛，重量很大的东西嘛。所以它是详细的详，不是偏，那吉祥的祥是偏重讲好的，比较表面的。讲一个简单的，一个美女好，假如她长得很漂亮，打扮得也很棒，这是吉祥的祥。假如她内心也很美，也很棒，她就是有吉祥的祥，也有安详的祥，详细的祥。假如这是一个。不好看的女孩子或普通女孩子，可是她内心是非常美，这就是安详的祥。可她没有吉祥的祥，这样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安详是比较内涵的、稳重的，吉祥是比较让人家喜悦、比较表面的。比如说，好祥和的社会会不会哪一天又变成
暴力的社会啊，不祥和会嘛。可是安详的人会不会变成不安详？不会，因为他懂得多了就稳定下来了，他是恒温的。一个心理上的美女，你说他会变坏人？不可能。可是表面上或肉体上的美女，蛇蝎美人可是一大堆啊，对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心好，你内行好，修养好，不可能变坏人嘛。这就不就回答大家都有这个疑问，我们本来都成佛，那为什么成佛之后我们现在会变凡夫？那成佛之后会不会还倒推咯？不可能的嘛。我们成佛是众生本来的时候，我们那佛性本来是，可是我们以无始以来，你看无始哦，就迷了，表示这是一个无始的。那白岩老禅师讲的好，什么叫无始？当你不明的那一刹那都叫无始，不一定是说远古那个。可是除了这个意思以外，反正他就是没有死，就是等于是跟你与生俱来，跟佛性一样。所以我们本来是佛，那是讲佛性，又不是说我们本来已经是佛了。我们从来也没做过佛，我们六道轮回什么都做过，就是没做过佛，没做过罗汉，做过罗汉也不用再轮回，罗汉以上都没做过，对不对？我们是有那个性，有那个潜能，可是从来没有实践，没有完成过。就好像一个人类，我们人类好了，我们都可以读书，可是这个人从小就没有受过教育，比如说有狼人，有泰山，对不对？有这个，他生活在自然界，或他没有受过教育，哇，到老了，他还是人啊，他还是能够受教育，可是已经错过，到老了他还是这种知识水平，这种修养的境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嘛？有那个潜能，不表示你已经达到那个目的啊。这个人谁生下来好好教？都可以学成博士嘛，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能达到博士？对不对？那原来有那个潜能呢，就是本来是佛，可是这有几个人真的像博士，净空老法师常讲，博士就相当于佛的学位嘛，对不对？那菩萨就相当于硕士的学位，一样道理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拿不到硕士啊？你不能说我有这个潜能，我就是硕士博士，对不对？那我问你，你今天做硕士博士，除了变老人痴呆之外，怎么可能再回去做无知的小孩？不可能。你可以保持童真，像跟小孩一起没有心机的在那哈哈玩，可是你的知识技能谁也剥夺不走，你的修养你的见解是不是谁也剥夺不走了？哎呀，不可能了嘛。可是要注意哦，这个是我们是拿世间法比喻，可是隔音之谜这种世间的事之中变冲都带不来。所以我们可是有些人你看从小就会弹琴，可能带有遗传，可是我一般喝了孟婆汤，当然这都是文学语言，不一定真有孟婆，就好像刚刚妖怪一样，你不要把它科学语言读。总之我们都会健忘，有隔音之谜嘛。真正可以保留的就是修养、功夫、功德。唯有业随身，唯有功德随身。万般将不去，唯有我业随身功。为了一个想就可以讲，令人触目惊心。真的又来了哦！触目惊心有两种写法，一个是这已经圆满，这个比较错，因为这个触目是眼睛看到，眼睛看到心里就会害怕，看到鬼了就叫触目惊心，这是与眼睛接触嘛。触是接触，目是名词，眼睛，睛是动词，对不对？触是动词，可以啊。这相对位置还是有相关词性，可是呢，触跟惊吓、害怕没有关系。你看到不一定是惊吓的东西，可是这个触目惊心，像它这里的呢，这个比较对，是根据上下文相对位置，触就是害怕，让眼睛害怕，让心里也害怕，所以有这两个要搞清楚。两个都可以，看你要表达什么或在哪里用，怎么用。就好像我们前面的伤心，伤心惨目，惨目就是触目，伤心就是惊心。前面没提到，这里可以补充。伤心惨目其实就是触目惊，这我可以补到我们的。一个讲义，伤心惨目其实就是触目惊心，隔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都没有想到这个成语奇观？你看，整个档案没有出现过这个"处"字，这"处"也是字形结构声音变化的关系，在右边念"主"嘛，这里写念"主"，只有这一个"处"。啊，这是"伤心长梦"，就是"触目惊心"。嗯，伤心就是。伤心就是惊心，沉默就是触目，这样就了解了，对不对？然后让眼睛受到惊吓、害怕，那你触不到什么意思？触就是惊吓，对不对？句中对嘛，相对位置有相关字义，《九阳神功》第六章，翻译读懂。所以好啊，孙守正自创了缴税，又用到《九阳神功》哦，不忍卒读，又很好一个成语。怎么读？再看一下词典，一定又都不讲解。你看，都不会像这样真的给你讲解透彻。还没有嘞。那网络上有讨论的，这卒就是毕业，像日本有卒业式啊，读就读完，不忍心读完这一篇文章，就读完的完就卒。好像主业是就完业嘛，把你学业都修完了，不忍心，就是再让你读完下去是忍不下去的，没办法忍受，不忍就忍受不下去，对不对？啊，其实他是说，读他这个地震歌有时候会读不下去，就好像他说，心转愁，对不对？笔易柔，啊，一般叙述诗、叙事诗描述事情。记录史实的诗容易流于平铺直叙，板字无味，呆板，而且很好像停滞啊，呆滞，没有味道。林章梅驾驭文字功力高，用字准确而不累赘。这个我觉得有点捧太高了，可是确实他有不错的成绩啊，可是跟那个一流的还是有差，连翁方刚可能还比不上啊。状物写象，生动鲜活。你看到状物写象，你看我们的课本又来抄了。因为同学我们在读那个题解的时候，同学在教我才知道，原来他还会解释哎，状物不错。你看，你看，是不是又抄人家？都不知道谁的。要嘛就他抄我们，我怎么可能刚好用到这个词？这个也不是很常见的成语啊，还是已经是文学界里头常用的一个习惯话。哎呀，对不起，文字。好，我们这里可以加个超连结，对不对？真没想到这个状物写象。是出自他这里。你看，我们用状物写上茶，对不对？不常用的词语嘛，除非是他们业界、文学界。你看，都不是关键字啊。我以后查过了，他可能会录到关键，可是这是我个人的。你看，他状物写象。这课本哦，八成又是给人家抄人家，有没有？很有可能是抄他的。哎，你可以告我们课本侵权。那他当然不敢再继续生动鲜活了，栩栩如生，有没有？那其实就根据他那个换个句嘛，生动鲜活不就栩栩如生同义字，描述详实，你要知道课本答案怎么来的。有没有描述详实？他好像前句有提到了嘛，对不对？哎，哎，
描述相思也是他抓到啊，抓到啊，他把中间的描述相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地震课，同学还说要教下一课了，一个字都没变，描述相思，描述，一个字都没变，太过分了，能不能这样？天下文章一大抄也不是这样抄法。曹元杰在哪里？怎么可以这样呢？哎，这个编辑工具列可不可以显示所有编辑工具？怎么可能只有这样？我只有荧光标识。超元节应该不会是主持吧？编辑不是这个，那变成文字编辑了。哎，有哎，连结。这个是选了之后，很希望哎，这个我们应该没有用，状物写象，我们。体姐因为怕学校的课本的版权问题嘛，我们就没有录。那么后面没有了。四隔二年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也是抄他的。对不对？他既然那个是抄他的，这个可能也是啊。我他两年是从哪来的？唉，这其实应该要说明一下。好，我们只到这里，没意思啊，后面就没有。后面可以讲。后面那个加三节号，嗯，就是啊，其他不会照抄吧？我的天啊，不要死！篇末用了《神仙传》，嗯。完全是跟他的原文一模一样，描述相思，我分开来好了，
事隔两年，这要说明一下。嗯，对呀、啊。不敢，我们就习字。嗯，来，盖习字此文。嗯，然后打一些字，啊、嗯。两年后，对不对？啊，什么王子可以学术一点啊？王子是这个，然后。上网日期是今天。今天刚好520嘛。总统就职满了。啊。原诗文节编年是这一本诗，啊，前言群鱼草，啊，哎，有时候他跑得出来，有时候需要他，他又跑不出来，搞什么？
这又加一条图片给你们，那所以就更大。自少时至辛亥，并未说，定在辛亥年，岂可定为辛亥年作？对不对？岂可据定为？马上就推定是辛亥年作的。这个“者”是的作品。的者就是的，不要读成作者、作家啊！就跟你们讲，者是的，不一定是做的人。这两页给你们就够了。啊，应该是这个。哎，其实不对，我这里应该小画家。剪裁 ，Ctrl Shift X 就剪裁，我把它框起来，比较好看。关键字，人家是这样啊，你怎么可以马上就说他是？在它上面贴上去还不能造成那个效果，取代它，这个图例出。处理的方式跟那个是不一样、啊、你看我们看这个截图你就知道了嘛、啊、你看它这个第几页1到19页对不对，哎呀，所以我这里还要再画一下，1到19页嘛，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地震歌在第几页，我们这样连地震歌的那个都有了，地震歌的文本都给你弄起来，第八页，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啊。完全只有道光戊申台地大震，没金岁暮春，只有金岁啊，3月初8为科，哪有隔两年？其他下一页我们就不录了，下一页没什么。巨无乐土美方哦，只差几个字，后面根本没有。我们连台湾文献重刊那个都录给你们看了，哪有两年？哎，这个就这样好了。来，我看你比较轻松，也不要再放大啊。没有啊，你看第八页啊，这里要圈起来。第八页嘛，第八页当然是在它这里。1到19页，对不对？第八页就这个区块嘛，你怎么可以就对，一定是定为，这是
根本他可能误读，他以为这一首歌一定是写在辛亥年，除非别有所据，但以此观来，地震歌并未必作于辛亥年，我们把它定为辛亥年，还没说辛亥年，对啊，那你前面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录给你，你往前翻，一般变电是他在最前面他会写辛亥，我们一个一个看，我刚好录给你们看，你看他有没有写辛亥年从哪里开始，正月十二日起管。对，还有一个正月，那就是假如是笨人的话，他就是三月嘛，对不对？正月，所以再往前找，他应该会有哪一年的开头？有没有啊？正月，对不对？有没有写出哪一年？刚好，除非你要细看它内容，都要再研究了。所以人家说两年是从哪来？那我们也讲过。没有人会隔了两年还在写地震。一般习惯前面讲那个，然后精髓怎么样？那一定是，你看就没啦，自少年到，对不对？根本都没。应该是说行文习惯，啊。所以我们之前都用口头讲过，对不对？就余震来讲，也不可能隔那么久那么长啊，对不对？两次地震会把它，而且大震二次，对不对？三次地震会把它关联的，照常理应该不会隔那么久，怎么会隔两年呢？两年后，那两年后课本说什么？事隔两年不一样哎。两年之后，我们说两年后，两年后跟隔两年不一样哎，对不对？两年后，一年后就是明年嘛，两年后就是后年。那隔两年是绝对是大后年嘛，对不对？隔了两年，隔年很夸张，隔年也没这个词汇哦，还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词汇，我真不知道。之前还以为他是用那个汉语大词典，已经摘在证明不是了，还没怪。隔两年和两年后也不一样。
那个解隔两年，两年后也毕业。乱理还乱，为什么都要这样呢？那你要不看去自杀啊？乖嘞，那只有48小时，然后天没有跟你讲了，随你啊。在应用程式 Friday 里头啊、哦，你看啊，你不看就算。所以这个来吧，哇！我发现那个问题那么多，对不对？抄人家，哎，要你说我们要怎么讲？记住，当然记住啊，点开就好。啊，你不信？描述详实二句，是不是习字哈？一模一样，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好几遍了，状物形，因为这特殊的词汇，所以印象很深刻。那我们同学还会解释一下状和写是动词，没错啊，因为相对位置有相关字义嘛，状物写象。这个状就是苏南名状的状，温故知新，对不对？课本就有啊。我慢，暂停一下啊，有没有？就苏南名状的状嘛，因为这个状也可以读成动词，那这里的状当然也可以读名词啊，变成名词动词，用文字去形容当时的状况，是非常难以用文字去形容当时的状况，或者非常难以用文字去形容当时的状况。形容当时的状况，这里当动词，就好像这里当状当动词啊。形容物体的状况，形容谁的状况，就是状动词的意思。啊、写把它写出来，是不是也写出这个像的状况？啊，生动鲜活，悲悯之心亦自然溢于行间。哪一句最有悲悯之心？试问计重何？计正何重轻？对不对？试问，既然发生地震了。你看何重心他完全漏掉，就这么重要，那他怎么知道悲悯之心？太不应该了嘛！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既然发生地震了，还分淡水平安，那个不平安吗？对不对？应该是一视同仁呐、啊。对不对？何重心他完全不讲。因为它呼应前面嘛，你看淡水是轻嘛，张家家张是重嘛，那个倒过来张家刚好张家大师嘛、哦，就是这两个张家只是字形结构上面三撇，哎，所以你看这位先生就是这样，你听我这个孙老师讲是不是？你就是这里鬼混，这里就有出纰漏。那我问你，悲悯之心从来说场面话，因为林占门喜欢热心公益，所以悲悯之心。那具体他在诗作里头哪里传达悲悯之心？最有悲悯之心就是这句话嘛。那么发生地震还去分谁平安谁不安全吗？都一样。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平安就不关我们的事了，这才是有悲悯嘛。所谓悲悯就是我没有事，人家有事，不会觉得人家有事不关我的事，对不对？此诗逐步描写地震灾难始末、环境与心境的变化反应，有起来啊，这样子。废话啦，可是也是需要讲啊。种种情况和状态，这里是名词啊，跟这个不一样啊。首先表明地震发生
十分突然，民众一时惊骇仓皇，慌乱的逃逸，惶恐莫名。这个是翻的还不错，惶恐莫名就仓皇失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莫名就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跟你讲，这个莫名是错的，真正是明白的明，惶恐而且不明白，不能说懵，惶恐。所以你看，我就是懂这个字。这位先生，你自己听一看，那这样才对。你不要说莫名其妙用那个，这个意思是用文字形容。你在地震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惶恐，而且不明白，不明就明白的明嘛，发生什么事嘛？他文艺也是这样啊，才会怕啊。那、啊、怎么还会莫名啊？还有闲工夫去形容当时的状况？那是事后才会描述啊。当就像他现在写地震歌，描述当初用文字去描述是名字，这里名是动词，前面莫是动词的助动词否定他嘛？这就是你看他就是学的不到地，就会出这些纰漏。唉，不过历史发展也是很妙的，反正大家程度越来越烂。以后还能出几个孙守正或者比我程度好，所以大家就乱烂下去。你这个给以前古人看到都会笑死，作家用字都不当，哦，那时候哪有时间再去描述呢？怎么可以用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跟文字有关，但是不明白嘛。唉，序文中提及陈屋青皮，你看他也不讲陈汉屋对不对？人物上壁之惨。他这个翻译只翻译诗，对不对？全诗他没有翻译那个。诗里写尽灾变时的人心行为样貌，对天灾地震的茫然，甚至有东南追随地无望，岂有妖物长期间的疑惑，看到没有？啊，甚至有这样的疑惑，这有什么好？甚至有，自是乾坤期等有世人哪来知其过？却是作者的自问自答，啊。那怎么自问怎么自答都是含混其词，对不对？他根本连东莞对地震的地形都不知道，那疑惑什么？疑惑是，你要都不把话讲清楚，疑惑地震为什么会发生？疑惑为什么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地震嘛？那他这里还是回避了，以他的翻译，他还是把妖物当妖怪看，对不对？最后不得不承认人的渺小及无能为力，哪有承认？只能梦想，你看，只能梦想。人家是积极的，你给人家想成消极的，所以他才用。你觉得杜甫是消极的人生吗？他完全就是化用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我们讲义一定有嘛，不可能说到这里。我读到这，我在讲解，我不知道这里可能别的课有讲到这个，都快哭了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欢颜不就乐吗？欢乐啊，根本就是化用这两句嘛。啊，怎么会说？不得不承认，他是没错，当然是不得不承认啊。可是不是消极的嘛？怎么会无能为力？你要讲这种白话，你要知道白话这里是有消无能为力，就是哇，两手一摊，对不对？嗯。要是翻成要讲成不知道怎么样去突破，想要克服，却是壮志怎样悲，像啊说悲剧英雄啊，是不是？此生犹自存，对人是渺小，无能为力，确实无能为力。可是你这样表达，让人家觉得是有消极感啊，就晃晃晃。但是竟然还说只能梦想，绝对不是梦想。他就想哪里可以得到这个法，然后他就是因为读成这个是神话。神仙术都不知道它是一种技术，哪里可以学到啊？哪里可以得到？哪一天人类才能知道控制地壳的方法？那就不用再受地震的苦难了。虽然明知不可能实现，他有说明知不可能实现吗？所以他就是消极结论嘛。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他是明知，你会这样？杜甫明知不可能实现，人家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何况他不会否定不可能实现，他会觉得怎么样想尽办法也要找到那个方法，只是他一时没办法实现。你不能说不可明知不自己明白明明知道不可能，你看他明，就是我刚刚批评了嘛。
很明心知肚明，很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很明白不可能会吗？我觉得他才明白，觉得可能实现，只是我们现在可能还办不到。他还有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的精神，对不对？这才是他的积极意，哪有这样？唉，失重，还有我们写讲解有这样用吗？我们的体检。啊，上一次我们班的体检好像还没讲完。你看这都，你看，悲天悯人，这个还好，这个没有抄人家的，我还没看完哈，不要急着下评论。诗中一句"世人哪得知其故，显示众人并不确之地的真缘故。啊，我问你，现代人知道吗？都是假说。我跟你讲，你这个作家是不是学科学的？就算科学有这个解释，解释不表示真理呢？你敢保证以后科学不会再修正自己的说法？清代统治下的台湾科学常识依旧缺乏，我们呢？不过比当时好一点，民间有些臆测，想传说解释，确实啊。"我认为关乎统治，什么“将军精神起于字台诗当”，对呀、啊，天灾人祸，天人感应没错，或出于自然地理。当然他不敢这样写嘛，他比较站在官方那一边的人，对不对？还帮官方统治台湾，对抗外敌，或出于自然地理天文，如大雨、风雨后打雷及彗星出现的，植物出现异象时，譬如四统不开花，或以为有周期之意就岁贡，这不用说清朝。这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的这种道德或者这个政治观嘛，或认为传说有理，如巨鳌翻身、地底火山等，就是古时候会想到地底火山，或富贵兵在如河南为郑成功所办，克郑克爽降清，朱一贵明变起兵时曾发生大地震，还有人相信地震代表上天对人的赏罚，直至1897年才开始用科学。仪器来观察地震动态，哇，那么早就有了，不错。地震灾难使人惨，他这已经脱离原文了哦。他顺便谈，因为他这个不是专门为地震歌做的那个研究的嘛，哦，他是从地震想到我们先前有这一篇著名的诗歌。地震灾难使人生命、财产、家园尽失，无论何时都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台湾地震，啊、哦，这已经讲到了这个地震。每年竟然超过4000个，有感就打200个，重要至今。啊，这已经更不是地震歌有关，我们就到此结束了。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位先生的诗歌吧。哎，地球版，你看，我们已经讲林先生的诗的毛病已经很白了，他就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文学上有一种语词批评这种。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这样嘛，或者已经变这样了嘛？地球板块推，或者我们是佛门的佛偈呢？偈语，你看我脸书就常常这样，这样可以啊，因为我不是要写七言古诗，也许形貌像或者神韵或者规范格律不是照样？地球板块推压偈，这什么啊？这种也能掉诗？浪荡世界无人类，什么叫浪荡？然后他马上就落魁啊！当然，你用文言文"浪荡"勉强还可以通。浪荡，我们通常说"浪荡子"，是讲人的精神层面。你怎么什么叫世界无人顾？哎，什么叫浪荡世界无人顾？天涯土裂，那这里变成好像地球板块推压挤那个浪荡那个动作，用这个来形容推压挤的动作，通吗？只有。写那个什么文言文的时候，还勉强可以说哦，这个是可以浪是好像波浪在那激荡嘛。你看，一般都是浪荡子形容品性、精神层面，七星大法又来了啊，对不对？他拿这个
变成他精神层面的形容自然可以，可以啦，文言诗嘛，反正他这个应该也是然，对不对？浪荡、广大、广远、旷废，这个还是人的精神品格啊。广大、广远绝对不是待会儿说不是他，广大世界无人顾吗？哎，这么大的世界没人顾，和跟全剧什么关？天遥土裂海潮汐，当然了、啊，海那个什么海啸嘛，横。横流乱涌，或者横流蛮横的流，乱涌乾坤怒，那它还不呼应那个乾坤气吞吐，有那个乾坤的能量。犹抱鄢慢，什么叫犹抱？石油啊，茫茫如火焰，要注意文言文。我们前面讲过了，你不要让人家看不懂你到底是什么油，因为一个字有很多含义，你让人家看不懂，就是你写作失败。文言文。再多的优点，这个是他致命的缺点，要注意避免，绝对不要。那这个是讲石油，有石油也海底石油爆发，对不对？地震油爆烟嘛。我说为什么是油爆呢？啊，火焰烧起的火焰遍野势破竹，如他的火焰遍野那个势如破竹嘛，他跟我林占梅先生一样，拿一些白话词语给他起。硬给他塞到这个古文诗里头，说难听，这才叫文白夹杂，四不像。林占梅先生也有这个问题，对不对？移走热锅翻寸乱，这个都是很烂。可是就是你读久了还觉得可以，可是要注意啊，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格调。所以翁方刚、王士珍的清朝著名大诗人，他们为什么要守神韵说和格肌理说，还有格调说？好像格调说不知道是谁的。是，好像是扎慎行的字，你查一下网络。就你不能，因为后来的人就是白话文，你像小说开始盛行了。他的那个分寸就拿不好，变成，你看国调说谁推的？哦，沈德潜对，沈德潜。我都念沈德潜呢，可应该潜是念32声，所以应该沈德潜，千呼，你看也是用白话词，千呼万唤杳相应，杳相应什么？他当然他主题不是地震是灾民啊，可能够用千呼万唤形容灾民的那一种哀嚎吗？杳相应就没有人相应了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飞祸临身谁能渡？对不对？没有人可以避嘛。渡，你看，你可以啦，用水波好像渡过这个河水，这个祸呢？呜呼！黎明图哀，古愧上苍知何处？什么叫古愧上苍啊？是说上苍很古愧吗？耳朵聋了也？哎，愧又来了。哦，对，对不起，眼睛瞎，这他没错，耳朵聋了。难道上苍耳朵他也是啊？上苍你在哪里？知道？哪里嘛，在哪里啊？这个既然讲何处有理了，理就是处，在里面，哪就是何啊？知何的话就可以说哪里，何可以当哪里，也可以当哪，因为它有处了，处出来没有省略，只要省略的话，何就哪里。好吧，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能说，我一个总评就是，他只是一个喜欢文学。就像他说，莫名喜欢文学的一个附庸风雅人，可是，该给他的忠告的，我们都已经讲了，好，到此，这个好了，我们有没有编辑啊？来，地震知识，那些你想知道的正事，你看他注意用这个正事，可能要谐音这个正，对不对？那这一篇我们等一下再。所以正事，这是一些正事。我们先看这个，我是突然看到这一篇，竟然有人专门做选译啊，僵橘松呢，还有女学者吧？可是我们应该迷疯，不要看，对不起。我看到的好像年纪比我大或怎样，到时候有尊敬心就不好了，讲不出真话。像刚刚那一位这的，这样对他不公平。我们都像迷疯。先不管作者啊，从我们就事论事讲。
就看到哪一个台大教授还是什么教授，哦，我们开始就转弯了。可那个转弯不是说我们巴结妹，而是说什么，就是一个礼貌性嘛，哦。那我们这一集到这好了，好不好？已经3个钟头了，我也不想有太多的时间走。接下来下一集我们就从江先生，注意啊，她是女生，可是我们很尊重，这样是绝对是对人格人，我们是尊重礼敬诸佛，我们自己才最卑。其他有重话或者完全就是科学啊，就是就事论事的，与人无关啊，对人不对，对事不对人的。好，这个很好啊，谢谢他贡献，然后我们就先走。少造业，多一念佛，希望大家道心净化。我主要也是我怕这个直播，手机的直播已经快没电了。对，那就 Hello，行，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啊，大家道业经过。